报告文会出席委员十一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法定人数哈，那宣布开会，请议事人员先宣读上次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17日星期四上午9:01至12:03，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吕孙林等出席委员11人，列席委员钟嘉宾等列席委员14人，请假委员吕玉玲，列席人员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及所属人员，行政院海洋巡防署署长王从仪及所属人员，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及所属人员，署长陈国恩请假，移民署署长莫天虎及所属人员，法务部调查局局长汪中一及所属人员，国防部宪兵指挥部指挥官许昌，军事情报局局长刘德良，电讯发展室主任刘德金，军事安全总队总队长刘明龙，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率相关情报机关首长提出国家情报工作暨国家安全局业务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议采报告秘密、询答先秘密、后公开方式进行。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报告，委员罗志镇等12人质询，均由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及副局长郭崇信、国防部军事安全总队总队长刘明龙、内政部移民署署长莫天虎等及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临时提案二案：一、鉴于台北市政府即将于2017年举办世界纳学运动会（简称世大运），届时安全维护将是重点工作，是以建请国家安全局于1个月内提供世大运举办前、举办期间之维安情势分析及应变处置措施之初步规划方案。提案人刘世芳、江启臣、吕孙林、王定宇、罗志镇、林长佐、蔡世应、吴思瑶、姚文智。决议修正通过。二、有鉴于国防产业具有国家安全及经济发展之重要性，国防自主是建立我国军事自主性的未来方向，是以建请国家安全局协助评估我国发展国机国造、前舰国造、国舰国造等国防自主产业在基础建构能量、关键零组件、关键技术、来自国际社会与中国所遭遇到的挑战，并于1个月内提出分析报告。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吕孙林、王定宇、罗志镇。决议修正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一下，委员对于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者是错误的部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议事录确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总统府秘书长、外交部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报告甘比亚与中国建交之我国外交处境、后续效应、因应措施及外交部拟邀请外国媒体赴太平岛实地勘察之规划评估，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谢谢。那我们在场的委员，我介绍一下哈，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座位的先后呢，罗志镇委员、王定宇委员、林长佐委员。好，那今天来备询的我想就简单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领导这个相关部位过来的部长，我们部长林永乐林部长哈，非常辛苦，谢谢。那国安局呢是副局长王德林王副局长，那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是副主任委员施慧芬副主委，好，谢谢。好，那今天呢总统府是依例请假哈，那国安局的局长还有陆委会的主任委员也都请假，好，好。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请外交部林部长就甘比亚跟中国建交的我国外交处境、后续效应、因应措施，跟外交部拟邀请外国媒体赴太平岛实地勘察的规划报告做报告，
那其他包括陆委会跟国安局呢，也请做简单的一个报告哈。那我们先请林部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本人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应邀向大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甘比亚与中国大陆复交之我国外交处境、后续效应及因应措施，以及本部邀请外国媒体赴太平岛实地参访之规划进行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不吝给予指导。首先呢，是针对甘比亚与中国大陆复交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报告。第一点，我想提供一点背景的说明，就我国跟甘比亚曾经在1968年建立外交关系，后来在1974年终止外交关系。那1995年这个贾梅总统这个开始掌权之后，主动向我们表示愿意跟我们复交。贾梅总统在2013年的11月14号这个致函给马总统，当时的信里面他表示说，这个甘比亚是基于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战略利益的考虑，那片面的终止跟我国的外交关系。我们部里面当时认为甘比亚对我们可能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们也立即派遣我们当时的主任秘书，也是我们原来驻甘比亚的大使石瑞奇石大使，到甘比亚去实际的了解状况，而且说明我们的立场。那经过数度的努力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挽回，所以我们才在同月的11月22号宣布与甘比亚断交，而且终止各项的双边合作计划。当时甘国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公费的留学生，那这个部分呢，市长就由甘国政府他们自行的负担。我们的了解，目前大概还有30名甘国的留学生在华就读。另外经过本部的研系，这个我们跟甘比亚断交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当时我们也经过各方面的去查证，在当时呢，并没有这个中国大陆介入的因素，这是我们当时所做的评估。那从大陆方面呢，事实上我们也获得相关的讯息，最主要还是贾梅总统个人的行事风格，还有就是2013年初他曾经向我们请援，那中间事实上是有一些误会，那我们也向贾梅事实上当时也做了说明。另外据本部的了解，这个我们跟甘比亚断交之后，这个甘比亚曾经数度的跟中国大陆接触来争取援助，例如这个贾梅总统在去年的12月12号访问几内亚的时候，曾经参访由中国德瑞集团所新建的广场。另外呢，在1月6号的时候也接见了这个大陆方面的人士，来邀请这个大陆方面在这个甘比亚方面有一些实质的投资跟建设。那中国大陆的种子公司呢，事实上也到甘国去进行考察，而且跟甘国政府也签署了合作的协议。我们了解，这个中国大陆在去年呢，也曾经协助甘国在整修体育场、医院等工程，那也有在进行这个石油探勘的一些动作。那这一次的中国大陆跟甘比亚复交的这个部分呢，那我们的了解是在3月17号下午我们就获悉中国大陆准备要跟甘比亚要签署复交的联合公报，而且我们也在查证这些相关的细节跟密切注意外媒的报道。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网站也公布了甘比亚的外交部长跟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17号在北京签署复交的联合公报，而且宣布恢复他们的外交关系。因为近年来甘比亚的经济可以说非常的萧条，财政状况也是每况愈下， 政府呢面临国库空虚还有财政收入严重短缺的问题。本年1月份呢，我们了解甘比亚全国的公务员被迫供体时间要减薪只能领半个月的薪资。另外呢，贾梅总统也决定大幅裁减相关的部会，来节省政府的营运。甘比亚的医院也面临了库存药品的窘境。另外，甘国的水电公司也没有办法供应电力。再加上甘比亚的人权记录不佳，跟欧美这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也没有办法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那过去几年来，这个甘国曾经获得中东产油国家的一些援助，
那他们最近在增加，在希望能够增加援助，事实上也没有获得很好的进展。另外，少数对刚果提供低利优惠贷款的国际机构，像这个 IMF， 像非洲开发银行，事实上对刚果所提的一些计划，目前也采取比较保守观望的态度。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刚果将在本年底要举办总统的大选，那贾梅总统还是他们的候选人。他为了要提振经济景气，要疏解他们民生的困难，而且这些他需要急需外援来改善他们的经济，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我想甘比亚方面对中国大陆有非常高的期待。我想这一次这个甘比亚跟中国大陆双方面达成这个复交的协议，很明显的事实上是有他经济的这个目的在里面。那针对中国大陆跟甘比亚复交的作为，可以说是冲击到这个两岸关系，而且中国大陆很显然的是忽略了我们国人对于开展国际空间的一个感受，跟过去八年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方向也是背道而驰。本部在3月17号的下午7点，事实上我们立即发表声明，对于这次的复交，我们当然表达深切的遗憾。那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对于我们在外交空间方面的打压的作为，但我们会持续的来密切注意跟妥为因应。那事实上我们也已经通电所有的驻外管处来做进一步的后续的观察。同时呢，陆委会也就此向陆方表达强烈的不满跟深感遗憾。本部在3月17号同一天的晚上，事实上已经电请我们友邦各管处要密切注意驻在国各界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强化跟检讨我们跟邦交国双边合作计划落实的情形，来巩固我们跟邦交国的合作情谊。目前就我们所获得的资讯，各方面的研判，我们跟22个邦交国的邦谊，我想还是在一个稳固的状态。那我们当然随时还是会注意，随时会来做一个评估。那针对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对于我们外交空间的打压跟限缩，我想这个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那我们外交部还有驻外各管处会持续的来提高警觉，会密切注意来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以下做一个简单的结语，我想外交政策是有它的一贯性及延续性，不管我们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化，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强化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凝聚共识，一致对外。在我国艰困的外交情况之下，我们更需要朝野还有全体国人的支持跟努力。本部基于职责，我们不敢稍有怠惰，我们会持续的来秉持尊严、务实、弹性的原则，基于一贯性与持续性的原则来推展外交工作，而且会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深化跟友邦的合作关系，来进一步巩固邦谊。另外呢，我们也会全力的来加强我们跟其他邦交国的实质关系，还有国际组织的参与，来善尽我们的国际责任，贡献国际社会，来促进区域的和平跟稳定。另外第二个部分呢，我们针对我们邀请外国媒体到太平岛实地这个参访的一个规划，马总统在去年的5月26号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强调我国会秉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原则，希望能够跟其他的申索方、当事方来共同开发南海的资源，也希望能够积极参与相关对话及合作的机制，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跟促进区域的发展。那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南海地区，我想主权的争议不断，特别是在102年元月份，这个菲律宾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的规定，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南海的仲裁案，而且在去年的11月24号到30号，在第二阶段的延迟辩论当中扭曲事实，主张太平岛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够享有超过12海里领海以外的海洋权利。行政院跟外交部都已经多次的发表声明表示，无论就历史、地理跟国际法而言，太平岛的面积现在是0.51平方公里，它是南沙群岛最大的自然生成的岛屿，不但可以维持人类的居住，更能维持本身的经济生活，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所定义的岛屿的要件。那中华民国对于太平岛
享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领海、临接区专属经济海域，还有大陆交整的完整权利。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利用各种管道向国际宣扬太平岛是一个岛屿，而不是一个礁岩。马总统在今年的元月二十八号率领了我们相关部会的官员还有学者到太平岛去实质的参访，也结出了南海和平倡议的路径图，而且在登岛的 当天晚上就在台北也召开了国际的记者会，而且在会里面播放了这个太平岛有淡水、有农作物、有这个森林、有这个种植一些足以适合人类居住的这些相关的影片。那国际仲裁法庭也非常重视这个马总统登岛的谈话，还有所提出来的这个路径图，而且要求相关的各照能够做一个回应。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所公布的相关的资讯，那还有马总统到太平岛去参访以后的这些进展，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可以显示我们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让各界能够对我们的立场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想在规划这个外媒登岛的部分，那事实上这个国际媒体对于南海的议题，我想最近这一两年来，我想持续的关注，而且有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也在向我们提出这个登岛参访的要求，我们事实上一直都在做进一步的评估。那马总统在最近也表示，我们希望未来因为太平岛是长期在我们政府的这个掌握之中，也是我们政府的主权的所在，我们也希望我们政府的官员或者媒体登岛将来能够逐步的形成常态。我们也希望这个媒体能在适当的时机去太平岛参访，为了应应这个外媒采访的需求，而且为了彰显我们南海的主权，而且说明太平岛的和平用途，作为一个低碳岛作为一个跟我们可以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岛屿，我们也希望能够澄清这个太平岛的法律地位，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进一步的规划。我们希望针对这个登岛的日期，还有邀请媒体的名单、行程等等，我想我们这几天这个稍微这个定案之后，我们也会对外做说明。我想以上这个报告，先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再来请国安局来做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今天大院来安排本局来报告这两项专题，那么也承蒙各位委员关心的指导，也再次借此机会向各位委员表达敬意跟谢意。那么首先报告甘中建交的一些相关的状况，那么有关甘中建交复交的这个情形请参阅。那么有关这一次甘中建交的意涵，第一部分，中共曾经评估与甘国复交的可能性，据我们所收获到的情资，中共曾经评估，倘若我们今年总统大选后政局与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可以考虑与我非洲原来的邦交国甘比亚复交，期望借此来影响我们新政府的大陆政策的走向。第二部分，中共借此对我新政府传递一个初步的外交警讯，也就是说中共将涉台的外交跟两岸的关系发展是挂钩的。那么这次甘中建交事实上有意图施压的一个警示，那么当然期望总统当选人能够在520就职演说里面能够做出符合中共期待的回应。那么第三部分是后续的发展，那么中共经援优势会推出我们友邦的一个关系的发展。据我们了解，我们邦交国大概基础建设普遍的不足，当然对外的资金需求非常的迫切，那么中共利用经贸投资等合作的提议确实是符合他们的一些发展的需要，当然在此发展之下，对我们友邦的邦谊就会形成一个严重的考验。那么在这一项里面，本局的应对这个应处的对策，本局依据法定的职责，要持续密注收报邦交国对甘中建交的反应，以及中共与我邦交国互动，那么积极掌握外交的预警情资，来支援政府整体的外交工作，来防范产生骨牌的一个效应。
第二部分就针对外交部拟邀外国媒体赴太平岛实施勘查的评估。那么本局在这项工作上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第一个是积极收整预警的情资，那会持续针对各方对我国宣示太平岛主权的重要反应，菲律宾推动仲裁案的一个重要的策略，那中共在南海相关的作为以及重要的动态等预警情资进行收整，并及时的呈报决策的高层，那么能够让我们相关的部会尽早研拟一些反制海鹰的措施。第二项是密切关注各个深索国及相关各方的反应。当然，当前国际主流的媒体对我宣示太平岛主权的作为正面反应仍居多数。在南海深索国中，目前越南在我们的周边事实上是强化军事的部署。那么本局已经加强驻守越南对我宣扬太平岛主权可能反应及作为，另外也密注菲律宾是否有进一步贬义我太平岛国际法地位的作为。最后报告结语，面对国内外及两岸诸多的变局跟挑战，本局将秉持行政中立、情报无颜色的一贯原则跟立场，持续为捍卫国家安全而努力，敬请大院各位委员不吝指导，对本局的工作能够大力支持。以上的报告，谢谢各位。我们现在请陆委会司副主委。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承蒙贵委员会邀请，本会就有关甘比亚与中国大陆建交之我国外交处境、后续效应因应措施及政府邀请外国媒体赴太平岛实地勘查之规划评估进行报告。以下仅提出简要说明，敬请指教。首先就甘陆建交之本会应处提出说明。陆方寻陆委会和国台办的联系机制知会本方，大陆国台办是在3月17号下午一时许告知我方，将于当日稍晚宣布与甘比亚复交，并强调陆甘复交系甘方一再要求，且为发展甘陆关系需要。陆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没有改变。本会在双方联系的第一时间，已经向陆方表达我强烈的不满及抗议，认为当前两岸关系情势敏感，而且是指我政府准备交接之际，台湾朝野各方均为继续维护八年来两岸良好关系在努力，而陆方 此举将严重伤害过去两岸致力建构的和平成果及台湾人民的感情，同时质疑两年来陆方一再表达不与甘方接触建交的说辞。那在同时，我们也呈报国安高层，并寻交接窗口通报重大讯息。本会在呈报国安高层的同时，也横向联系外交部和国安局等单位，并奉马总统核定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所以本会在第一个时间点就向陆方表达要求，透过两岸首长的热线进行沟通。可是到当天晚上为止，陆方都以国台办主任外出为由回复本会，并且呈报行政院院长透过行政院交接窗口向后任的阁揆及民进党方面通报这个重大的讯息。本会在陆方和甘比亚复交之后，正式发布声明，表达政府的严重立场，就大陆和甘比亚建交表达遗憾还有强烈的不满，并且呼吁陆方应面对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事实，不要片面采取负面的作为，影响后续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发展。大陆外事部门还有国台办对外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没有改变，这一件事情并不是针对任何人。那大陆片面主张一个中国原则是我方没有办法接受的。那甘陆复交后后续的效应及因应措施，我们对于大陆方面，我们督促大陆要正视两岸分治的事实，珍惜两岸和平的成果，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我们从来没有接受大陆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甘露复交无法改变中华民国主权国家的事实，呼吁陆方正视两岸分治的事实，珍惜八年来两岸和平获致成果与累积互信的基础，避免采取单方负面的作为，以利维系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续我们将审慎研判大陆的相关的作为，妥为因应。我国和甘比亚虽然没有邦交，可是甘露双方复交的时机点，不仅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两岸关系走向的错误解读，各界也认为恐将冲击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本会将持续预判研判大陆对台作为及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妥善因应。第二个部分是就政府坚持对南海主权立场的这个部分提出来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本会将配合政府的立场还有政策，所以在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我南海主权的立场，两岸在这个议题上没有合作的空间。我们呼吁各方正视马总统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降低紧张，加强对话，以和平理性方式解决争端。政府推动有助增进外界了解太平岛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所定义岛屿事实的活动，将有利于我捍卫及确保我南海主权之主张。以上说明，敬请指教，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三个与会的官员呢，都已经就这一案呢做一个简单的口头报告。那我们现在询答开始。那本会委员是10+2分钟，非本会委员是8+2分钟，10:30发言登记截止。我们现在先请第一位王定宇委员。好，谢谢主席哈。那个我们陆委会司副主委，另外我们国安局王副局长，麻烦。司副主委，你们陆委会的报告里面说到，你们大概在这两年来跟中国那边的交手哈，他们跟你们的说法都是他们不接触。我看一下，我引用你的说法哈，你们在甘比亚跟中国建交之后，你们质疑两年来陆方一再表达不与甘比亚接触建交的说辞，所以在陆委会这两年来，中国给你们说法是他们跟甘比亚完全不接触的。对，我们在多次的场合里面都会跟陆方表达，就是说这个部分希望他们不要跟甘比亚接触。你们表达希望，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有接触？这个部分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而且在关注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这个部分要有。副主委，我问题很简单，就是你们在甘比亚跟中国建交之后，你们表达的遗憾，你们虽然热线不通了，但你表达遗憾是认为说你两年来都跟我讲他不接触啊，你们也表达这个立场了、啊。那过去两年来，针对甘比亚跟中国的接触情形，你们到底了不了解？这方面我可能要在，所以不了解。我请了解的人来念给你听。那个副局长，王副局长，你们的报告的第一页的页尾到第二页的页首写什么？我不考你的记忆了哈。你写的是，国安局掌握的情资是，中共在甘比亚跟台湾断交以后，中共除派员以贸易团名义进驻甘比亚，并着手协助甘国稻米生产。洽商合作、石油探勘等推进双边实质关系发展工作，我这样引述没有错嘛？有，我们写的。你们这是两年来都掌握的情形。跟委员报告，甘比亚跟我们断交之后，其实一直很希望说跟中共来进行建交。不，那是他们的国家利益。我现在讲的是我们情报掌握度，你们有掌握这个状况吗？我们有。你们这个情报掌握有提供给总统？有没有提供给外交部陆委会？我们有提供给相关单位。那为什么站在你旁边的副主委说不晓得？我们从外交的预警的考慮，你知道断交或者建交，我们一起努力，有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本席间要看的问题是我们政府的横向联系有没有问题。司副主委，你刚才站在国会这边，你不清楚啊？你只是在中甘建交的时候丢了一句说：“哎、欸，你们不是说两年都不接触吗？”
你旁边的国安局两年来掌握到的，人家不止实质接触，很多团体还不断的互动，不管是稻米、石油，还要盖一个白金广场，哎，你们知不知道？报告委员，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相关讯息要从国安单位那边，那我们担心副局长说他有给你们嘛？我们担心他们会有这种接触和复交。我现在不是跟你讲担心，我担心中国会抢走巴拿马，我担心中国会抢走很多国家，那个叫担心。掌握实质情资，你们也有热线，你们也有什么下章会，你们也有见面，人家国安局的报告都告诉你，人家都已经在实质接触。所以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刚刚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一再的跟他们表达，那你就相信了，不要接触，不要提醒，然后他告诉你说没有，我们都没有，他说没有嘛？他们是有讲说近几年内不会，近几年内也不过这两年，人家现在已经建交，近几年内，两年前我们断交的啊，他告诉你近几年不会嘛，中国骗你嘛，所以我们才对他们表达严重的抗议和不满。中国骗你，可是我们的国安局有消息给你们嘛，所以我们才对他们表达严重的抗议和不满。那是人家建交以后了，我现在告诉你的是，如果我们政府掌握状况，只是因为不敢触怒中共。或者只是现在政府的方针是这样子，我们就轻轻跟他讲说，你不要接触哦，不要接触哦。那个不是实质在做控管的工作。如果你掌握他们接触的状况，可以跟中国那边，你们真的有热线，如果真的好到像马英九说的这样状况，你们过去两年不会被骗啊，你被骗啊。所以我们一再的跟他们表达，所以非常多的场合，我们一再的提出这个事、啊。他一再告诉你说我没有啊。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要持续，有相关的信息，我们都要掌握。副主委，我这样引述对不对？你们过去两年，至少在甘比亚事件上，你们被中国骗了嘛？应该是说他们对我们讲说不建交、不接触的这个说法是不实的。那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表达严重的抗议。所以他骗了你两年，那、啊、你们做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份报告说，哎，我们国安单位这边掌握的状况是有的？你们有没有针对这个有做了什么作为？因为这个作为很重要，因为接下来520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国家邦谊要维护。如果我们都是这样，中国说我没有，我相信国安局说有，然后等到断交那一天再来说，好吧，我很遗憾，我很愤怒。那这样的单位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过程中一再的表达，并不是没有表达过。表达呢？然后呢？还是继续被骗呢、啊？基本上。中国这一边国台办对你们的态度是用糊弄的嘛，是用骗的嘛，所以我要你们两位请回哈，我请外交部长。你知道甘比亚跟中国的建交这两天很多人去诠释说是在给马英九下马威，给蔡英文下马威，本席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是一致的，你不当外交部长，你的同仁还会接外交部。我比较注重的角度是哪一个部分，你知道吗？真正的危机在哪里？如果我们能不能维系一个朋友，维系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甚至于连断交以后，这个人要不要去跟他建交，都只控制在中国的要跟不要、善意跟不善意，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危机啊！他警告马英九、警告蔡英文，那个都不是我们的危机，那个本来就是中共在做的事。他会骗陆委会，那本来就中共会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我请问外交部，我们现在面对所有外交的挑战，我不讲你休兵是休克了，中国他要，我们就会失去吗？是不是这样子？我想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个外交休兵是指两岸哈，两岸外交休兵其实最主要的内涵就是不互挖邦交国。我帮你背了，你的想法我都背过了。不互挖邦交国，你的外交休兵的意思是，你不要来抢我就没事。对，可他要抢我，不要我一定失败。邦交国不，他只要来抢我的邦交国，我们一定失败吗？哦，我现在还是要强调哈，这个甘比亚他现在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当然，我想这个是一个事实。这已经有两年四个月的时间，他这个离婚再婚了，拖了两年。这已经有两年四个月的时间。现在不管坊间传言的中南美洲或者其他非洲国家，我这基于邦交礼仪，我不点名个别国家。我现在问你的是，我们的外交工作是不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上？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了。我想外交关系最主要还是我们跟对方之间双方面的实质的合作，好、跟各方面的加强。部长，
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工作到此刻为止，过去这七八年来，是不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我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啊，结果中国大陆的因素是其中一个因素嘛，就是双方不互挖邦交国的意思，就是他不要挖我们的邦交国，我们也不会挖他的邦交国。如果他这是一个相互的事情，这双方面是一个对立的情况。那如果他启动来开始来挖我们的邦交国，就你现在对外交事务的娴熟，我们有没有危机？我想。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它在经济方面它有它的力量，它事实上跟很多我们的邦交国事实上也有很多这个实质的来往。那我们跟很多重要的国家，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也都有邦交，包括美国、日本在内都有邦交嘛。也就是说，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各方面的接触是在所难免。包括中国大陆，刚才委员也提到巴拿马，中国大陆在巴拿马也有很大的投资啊。这个经贸的接触跟政治的接触是不一样的。你讲那么久，我这个都对嘛？我们怎么可能去阻止别人做经贸的接触？对对对。现在 globalization 是怎么可能阻止？对，我现在问的问题很简单，就中国一旦发动外交的挖墙脚的战争或者攻势，我们外交部目前因应的作为。我们有没有危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然后我们跟每个邦交国，事实上我们都是有没有定期会做评估。目前来看是没有危机。你说没有危机？没有危机，所有的邦交国都没有危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危机。在这个命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合作。是，甚至于包含美国参众两院381-0，奥巴马也签署了，让我们参加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这是一个好的发展区，那也是外交很重要的一环。这个是国际的助力，所以刚才我提到说，中国大陆只是因素之一，国际的支持，我们跟这些邦交国之间的合作，我想这些都是重要的关键。他控，就中国能够控制的因素，我们无能为力，那是他们国家的事情。是我比较重视的是我们国家台湾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控制，那我们根本什么部会都不用成立了，就等你的善意。如果照你的说法，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而照你刚才评估，我们现在是没有危机的。我希望你这评估是真的。我的评估是正确的。我跟委员报告，大陆因素是其中之一，国际的支持哦，这些主要国家对于我们的善意跟协助。另外，我们跟邦交国之间的互动，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嘛。我点一个国家哈，哎，请巴拿马是巴拿马的国会议员，他们的外交委员会前两天来拜访我们立法院。就你了解，巴拿马会在今年以国家的名义支持我们参加，不管是 ICAO 国际民航组织，或是国际气候变迁的相关的团，他会来支持我们参加这些团体。我想基本上巴拿马是我们的友邦哈。事实上，在今年的我们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巴拿马在第一时间就向我们表达他支持我们参加这些，而且他也会派团来参，他也会派团来参加我们的总统就职。目前他支持我们参加。至于说这些相关的组织或者 ICAO 这些，你认为它都没有问题？我觉得相关的这些国际组织，但它也会有一个质询的一个研判的。我想基本上是应该采取一个善意的支持，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跟巴拿马的关系不会有问题？我绝对没有问题。你整个部里面判断是这样子？我刚才也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巴拿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要筹组代表团来参加我们这个蔡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也是我们目前在正在规划在进行的。我希望你的表述为真了哈。部长你请坐，我请公安局副局长王副局长，我最后一分钟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委员好。今天媒体披露我们才知道，有两个老外哈，从嘉义的军机场一直到 CCK 清泉岗机场，然后是开着租赁的小货卡去拍摄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讲超级金国号雄鹰计划，那花了我们150-160亿哦，还有万箭弹还有拍那个基地里面的设施，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掌握？有，这两个欧美人士是来自于欧洲还是美国？来自德国。来自德国。那这两个德国人是谁决定他们把图删了就可以离开台湾的？基本上拍摄军机的一些军机迷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涉及在说有关的这些军机安全维护的情况之下，只要它不涉及到法，那么基本上都是用删除图像的方式，然后请他们你们事后那个主席抱歉再给我一分钟就好哈。你们事后掌握到他们的相片都出现在中国情报的一些报告图样上面，对不对？我们没有掌握说摆在图片上面，而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军机迷拍摄了之后，他都抛售他的网络上面，或者是放在这个网络上面，让很多人我现在请教你们，这两个德国人
拍的我们刚更新完的超级金国号拍的这些资料有没有出现在中国的相关的情报的网站图片报告书类上面，有还是没有？我不敢直接的回答说有或没有，但相关单位并没有告诉我说他们拍的军机照片他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而且被中共所引用。你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军机迷拍摄的照片交错复杂。我们现在讲军机迷拍摄的那个行为跟泄露国家安全是两件事情。是 你们国安局身为国家安全的整个情报机关的总负责，所以我们要求现在这两个德国人拍的相片出现在中国的情报的相关的报告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形态刺探，过去有透过槟榔西施，透过这个陆配，透过很多方式，甚至于吸收我们的军官嘛。所以这一条管道你们到目前掌握的状况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因为这一些军机迷有很多都因为都这个拍摄军机的行为并不涉及到，我不讲一般军机，所以我们在去年开过两次会，针对于机场或者是一些重要地点，我们要看看能不能修改那个要塞堡垒法，因为有很多是规范里面，所以没有修法之前你们无计可施咯。我们不是无计可施，我们要加强。那我再问你，这两个德国人在入境有没有困难？在入境台湾、委员时间到了，我们会掌握他的行踪，因为所有的都已经在做注记了。不，我至少从你的报告目前为止听起来你们没有掌握得很好。如果我们完全掌握，如果需要秘密报告的话，我们委员再请你们来报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下一位陈廷飞陈委员。谢谢主席哈，我们先请国安局副局长。委员早。副局长早哈，我接续问下去了哈。你刚刚说你们就是以删除照片的方式，然后让他把这些资料删除掉，这样就 OK 了。不是说现在就 OK 了，而是说我们后续要研究说如何去再防范。那当下呢？别有意图的。当下他删除照片，你就让他离开了嘛？因为他没有，就让他离境了嘛？任何的法纪，对。那你有没有确认说，因为现在智慧型手机非常方便，他拍了之后，他到底有没有直接传输出去？你有没有掌控？我们没有办法从这里边去做，是啊，是说，因为现在所以你们当下就只有说要求他们删除照片而已嘛。所以我们后续我们必须定出一个法令出来，让我们这些执法的这些人员，他可以有这个法可以去依据。现在不是法令的问题，现在表示我们的法令已经有漏洞了，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关心的是你们当下处理的 SOP 也有问题啊。我们没有问题，你们当时候看到有这样的资料，你们要求他删除，可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判定说他们到底是不是有 set 出去，不知道吗？有没有把它传出去？因为智慧型手机，因为我们当场都有在问嘛，那他说没有，就只有用问的嘛，就只有用问的嘛。第一个直接只有靠劝导嘛，因为现在没有做违法的。那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讯息传出来，那是不是我们该怎么样去防备，甚至在第一时间的 SOP 要怎么样重新去制定？如果这两个老外他进到我们的这个要塞堡垒当中，可以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拍照动作，那拍照完之后，那被发现了，也只是把它做删除，这是有极度的危险啊，副局长。如果依照你们这样子很泰然的说，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好担心哦，我们没有讲这样子。第一个哈，我们但是你的态度真的让我们觉得说，就是这么办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委员，我跟委员报告哈，第一个让我们很担忧哎，周边还有多少个老外，这是德国人，那还有多少其他的国家的外国人来到我们台湾，也发生有同样的事情，那你们要怎么办？跟委员报告，我想基本上这些所谓的军机迷也好，曾经有过记录也好，我们通通有建档列档，所以他人只要一到台湾来之后，我们基本上在机场的周边这些的单位，那这个事件怎么发生的？然后那这个事件怎么发生的？那这个事件怎么发生的？这两个老外，德国的老外，他拍了这些资料，然后恐怕是由中国的情资所派来，甚至有可能我们的这些照片已经在他们的手上了，为什么会有这些资讯传出来？
我就跟委员报告的，就是有太多的军机密，我们不敢设定说就是他这个人把他传出去了。副局长，因为他也在。副局长，你们这样的态度让我们真的很担忧啦。我跟委员真的很担忧，我们都已经在做，真的很担忧。我只能这么说，表示说可能在中国手上有很多类似你说的军机密所传出去的。多可怕、啊！如果依照你这么说，就太可怕了。报告的意思说，那个不是光我们国内的问题。主席，我是可以邀请外交部还有陆委会一起上来，还有国安局副局长，请你留下。谢谢委员。部长，我想确认一件事，请讲。甘比亚跟中国建交，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正式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是3月17号的下午。三月十七号的下午几点？就台北的时几点？就台北的时间知道，我们在国外就知道了。你们在国外就知道了？那大概是以我们台湾的时间是几点？你知道的？不，台湾的时间我印象里面，它大概是下午一两点钟嘛。一两点钟知道的。好，我们陆委会副主委，请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报告委员，我们是在一点多知道的。你们是一点多知道，被简讯告知嘛，对不对？我们马上横向联系。简讯告知嘛，好好。那我请问国安局副局长，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是陆委会横向通知，我们立刻就知道了。所以你们就是用这个横向，那请问事先有没有知道有这个讯息？那个国安局副局长。我想跟委员报告，确实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但是很清楚的，其实已经讲到说要在选前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那你们知不知道说甘比亚其实在从跟台湾片面断交之后一直都跟中国有在接触？我们资料上有写到。你知不知道？我们知道啊。知道嘛，好，好，来，我们外交部，您知不知道？我们了解哈，这个甘比亚其实一直跟中国大陆有接触，你们都知道，最主要是希望一直有在接触，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获得经济方面的援助。所以你们有没有？你刚刚说嘛，你们是透过横向，对，你们知道了甘比亚跟中国建交。那请问你们都知道哦，外交部也知道，国安局副局长也知道，甘比亚跟中国一直有在接触哦。好，那我问陆委会副主委，副主委。请问他们两个有没有把这个讯息给你？政府机关之间都会有横向的联系，所以我们有没有？不要再打官腔，有没有？有没有？他们两个单位有没有把这个讯息说甘比亚一直有跟中国在接触？国安局有把相关讯息给我？有嘛？是。那你怎么跟中国？只是道德劝说？这个不是道德劝说，这个部分我们强烈的跟他们要求。强烈要求？怎么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不要接触，不要复交，不要接触，不要复交。那现在确定复交了，现在确定复交，也只能表达遗憾，是不是这样子？这个部分我们你们已经有接受了外交部跟国安局副局长给你们的指示，说现在甘比亚跟中国密切在接触，甚至有可能在选前这个有建交的重新建交，接触跟建交复交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关联，因为事实上因为甘比亚是一个需要经济援助的国家，所以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各方向石油的探勘或者像他们的医疗机构的一些这个整建，那事实上它是需要从中国大陆方面来获得一些援助，那事实上这个是不是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这个复交，这是另外一个因素。对，部长，我想请问一下，从我们跟甘比亚片面断交，甘比亚跟我们片面断交两年四个月 对, 对，这两年四个月请问你做了什么事？我们你们做了什么事？不，事实上我可以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也有派人到甘比亚去做实地的了解，做实地的了解。监察院的一份报告里面很清楚写，当甘比亚要求我们外交部还要额外提供1000万美元的时候，还有要一次给付，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没有直接应允，所以是因为这样申辩，这是监察院的报告，是这么简单吗？
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的，我想不是这么简单。我想贾梅总统事实上他在写给总统的信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贾梅事实上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那事实上我们跟甘比亚的双方面的这种合作计划本来就持续的在进行，所以他的战略考量是中国可以协助他，是中国可以协助他，这是贾梅，台湾可以协助他，这是贾梅他个人的一个想法。部长，你自己都在自打嘴巴，你自己都好像是鬼打墙一样。我刚才已经问你了，你说他就是要有他的援助，那援助是什么？援助是金钱援助吗？我要跟委员报，事实上我们跟甘比亚过去在各方面的援协合作计划本来就非常的多嘛。我今天不是去跟你探讨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说你自己为什么要跳。我刚刚在问副主委，我现在要问的是说，副主委，委员，我现在问你是。你今天当外交部跟国安局给你们这些讯息，你们也只能是道德劝说。好，我要问一下，你们的热线呢？你们的热线呢？热线变成简讯了？不是这个。你们热线呢？你们当时候热线成立的时候，启动的时候，你们当时候讲了很大声说，热线主要就是要就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各种重要问题来进行沟通，从而增进了解，增强互信，是不是？这是热线的重点吗？我跟委员说明，那现在热线是建立在夏主委和张志军主任之间的热线。副主委，这件事情重不重要？一般工作同仁也有一般工作同仁的层级的联系。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在2015年12月30号所建立的这个热线嘛，也就是张志军跟夏立言两位，一位主任，一位主委的连线嘛，跟热线嘛，是不是？所以这事情重不重要？所以我们有一再的跟他们这件事情重不重要？这件事情我们重不重要？第一时间就希望透过热线来做沟通。但是他只是用简讯告知你嘛，然后你们的热线打过去，人不在办公室，你们就没有再继续追了嘛？不是，我们热线的打法不是说直接打过去，而是经过同仁把相关的沟通的事情再，好，那没有接上线，没有接上线之后你们怎么办？我们没有接上线之后你们怎么办？我们跟他们表达要沟通，他们说张志军不在，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时间沟通。可是一直到晚上他还是不理你，都没有回复我们可以通热线的时间。那我们这个部分那一直到现在通了没？在隔天他们表达说我们现在可以就这一件事情来通话。隔天可是事实上这个部分已经他们已经签了复交的公报，我们觉得就这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表达我们强烈的声明和不满，我们不需要再就这件事情透过热线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在隔天下午没有通上线，就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才表达要通热线。那热线平常是对重大进行的事，所以我们表达抗议，所以也没有通。 对，那因为所以在第一时间表示这个热线是不存在的，这个热线是存在的，因为他只有用简讯告知你。那个、简讯告知你之后，我们要热线，然后张志军说不在办公室，那我们说希望能够通上话，他给了一个隔天的时间。简讯是那当然针对工作同仁之间的我们的抗议，所以我们不通热线。我现在要质疑的是说，我们现在到底在整个两岸的问题，我们掌握多少？我要请教一下。现在听说中国还有传出一个讯息，就是说他们现在要重批台独，轻批蔡总统，有这样的讯息，你们有掌握到吗？我们在相关部门给我们讯息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掌握。那这个有吗？有这样的讯息吗？他们说重批台独，轻批蔡总统，这个部分，所以表示两岸的立场，所谓都非常对方党籍的委员说。要是跟蔡英文总统打脸，用甘比亚跟中国建交这件事情，这是不存在的吧？这个部分外界有怎么样的想法，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所以是不存在的嘛，对不对？因为如果依照他最近的讯息来，他基本上这个是不存在的哦。外界多数认为是对新政即将接任的新政府，因为现在的政府只剩下两个月，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希望两岸还是持续朝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好，我补问一句话，那个部长，我只要问一句话。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在传说会有雪崩式的
断交，有可能吗？我想不会，我们对所有的邦交国22个邦交国，事实上我们基本上目前都是相对的稳定的。包括我现在所呈现的圣多美普尼西亚、教廷、萨尔瓦多、巴拉圭、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这个是在媒体当中大家爆派说有可能，现在都稳定吗？都稳定，都非常稳定，都包括在内，相对都稳定，都非常稳定，都相对，所以都没有问题，所以绝对没有雪崩式的断交。目前没有，绝对不会嘛。目前不会，我们都希望其实外交就是不分蓝绿，我们真的希望不会，但是我也还是要加一句，就是两岸关系的和缓是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够忽略嘛。我想这个事情大家都了解。部长，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希望，总统说中国跟甘比亚的建交不是中国因素哦，不是中国因素哦，那是什么因素？所以我觉得你们要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你们在外交的部分怎么去稳定哦。他在谈话当中有讲到哦，所以部长。稳定很重要。委员，我想外交我们不分蓝绿，我们是就事论事的，真的不分蓝绿。我可以跟委员很坦诚的讲，就中国大陆的因素我们不能够忽略。也就是说，甘比亚即使在2年4个月之前跟我们片面断交，事实上他也是持续的一直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能够建立一些实质的合作。所以我们就是都在等待中国吗？如果依照外交部部长所说的很可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素之一嘛，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国际的支持，我们邦交国的合作，对。如果说你今天用这样的谈话，你不够格当外交部部长、欸。我觉得不是的，我要面对事实嘛，就是你不够格当外交部长、欸。中国大陆的因素，你不是陆委会主委，我觉得是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但是我们希望外交不分蓝绿，大家没错没错，好，谢谢，这才是最重要的。没错，这个我完全同意。好，我们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哎，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部长。部长，姜委好、哎。部长好，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张牌子很熟悉？有没有？熟悉，了解。什么时候我拿过？我上次这个2月26号总咨询，对，在总咨询我拿这个牌子问那时候的张善院张院长，对不对？是那时候的照片。是，我还问你说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出访？你说因为早就答应人家了，可能就安排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属于总统例行性的出访、啊，不是巩固邦交，事实上是一个经常要推动的工作，我们不能够任何。所以当初我还跟部长跟你建议啦，我说可以的话跟总统讲一下必要性、急迫性啊，然后正当性。他去出访，我都支持，啊，当然，我那时候合理的怀疑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出访，是不是有外交危机，啊，那我问院长嘛，那你帮他打，你说没有，这个就是要去巩固邦交。我想没有外交危机了，没有错。今天甘比亚的事情，他是已经跟我们断交2年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他说这个不是所谓的外交危机，但他某种程度上面。其实隐含了外交危机啦，我可以这样讲，今天老共其实是在两岸的外交战场上面对空鸣枪了啦，要不要全面开战不知道啦。我想委员真的甘比亚这个事情，我想更凸显马总统出访的重要性。我想这个外交工作就需要大家持续来推动。我现在不是说出访不对，因为这一次马总统会晤到5个邦交国的。重要的领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嘛。所以部长，我同意了哈、哦，他的出访，当然从甘比亚这件事情，甚至往后推到说你刚刚所提的这一次的中南美或者非洲国家，也很多人在传闻说，是不是接下来会跟我们有外交上面的生变，是不是北京方面会接受他们单方面哦，单方面来跟他们要求说。可不可以跟他们不要讲说这个建交啦，关系的拉拢啦？因为啊，在2年多前甘比亚断交的时候，我也在这边咨询过啊。那时候你知道北京是怎么讲的、欸？甘比亚断交的时候啊，他说对外宣称有一堆台湾的邦交国等着建交、欸，哎，若不是因为对岸
与马政府有互信基础啊，这些邦交国早就倒戈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中国大陆片面的说法了。其实，我想两岸外交休兵的重点是互不挖邦交国，这是相互的一个动作。没错，我们也要批评，我不是要批评这个外交休兵或者是活路外交啦，我是要帮你讲话、欸。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外交关系没有办法忽略两岸关系啦。那两岸关系，请问谁来决定？在两岸之间谁来决定？当然是两岸的领导人嘛。你不能否认嘛，所以你今天做一个外交部长，你不能不懂两岸。未来的外交部长也一样啦。如果要干外交部长不懂两岸的话，那我们的外交一定乱七八糟。我刚才已经特别提到、哦、这个中国因素是一个因素了，我们不能够忽略。你讲得太保守了、嗯啊，它不只是一个因素，它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了。你刚刚在回答陈吉梅委员的时候，我觉得你讲的不对了。它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不能不重视。如果今天两岸关系生变的话，外交关系一定生变嘛？部长，你干了那么多人的外交官，你不能说谎哎、欸！你所面对的压力来自于哪里最大？我刚才也提到，你坦白讲嘛。我想我们不是，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举个例来讲，我们是任何参与任何的国际组织，哦，事实上让国际上的支持，我在这样、大陆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一个因素，这些全部是连结在一起的。对。但是连结的所有的变数里面有大有小，有近期的，有中程的，远程的，我们都知道、哦、可是我讲你看、哦、我们光自己的外交部跟国安局对未来我们的邦交情势看法就不一样。部长你刚刚也回答了，我们现在22个邦交国邦交稳固啊，但是国安局在今天的报告里面他怎么看？他说目前我国邦交国的基础普遍不足，各友邦对外资金需求迫切，中共在经贸、投资等合作提议符合彼等的发展需求，就是这22个国家的发展需求，故获得我友邦重视与欢迎，期盼获取中共金元，并进一步发展商务乃至政治关系，对我与友邦邦谊形成考验。这是国安局今天的报告。我跟委员局，然后部长，你刚刚讲说22个国家邦交国稳固，我刚才讲到这个邦交是相对的是稳定的。副局长，副局长，主席邀请副局长。委员，我先讲一句话哈，国安局来讲啦，是让我们这一次马总统在见到瓜地马拉总统的时候，彼此打脸。不会，这个我觉得没有冲突，对，没有这个之间没有冲突。副局长，你说明一下，这是不是你们写的嘛？是不是嘛？我看到我觉得很生气耶，到底是外交部国安局你们是两个国家是不是？没有啊，我们没有讲我们外交不稳啊，我们只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会有很大的考验？因为中共不断的借商贸跟经济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它的基础，所以国安局你认为这个压力大不大？我们只是压力而已，但是在现在来讲，我们的预警情势里也没有讲说现在就会有雪崩式的这个崩盘。其实你的预警情势，如果你今天这个第一个，它是给立法院的报告，我相信这个资讯给立法院，就代表你有给总统，就代表你有给我们的国安高层嘛。除非你今天来立法院是糊弄我们，或者你要讲一些外交辞令，没有，这就是我们外交的一个警讯提醒。好，警讯嘛，对，警讯就是代表危机在后面。所以你才要提警讯。今天如果没有危机，你不用提这个警讯。你可以跟外交部讲的一样，外交邦谊稳固，不会发近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刚才部长你所讲的稳固，即便稳固，我们稳固，我也想要请问你是520前稳固，还是520以后也稳固？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在外交上面的压力是长期存在的。这次马总统到瓜地马拉去，瓜地马拉的总统事实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公开讲。就是瓜地马拉会继续维持跟我们中华民国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瓜地马拉也会跟中国大陆来加强经贸方面的来往。所以你既然提到事实嘛，你既然提到瓜地马拉哈，我问你，他在回答要不要来出席520的这个就职的时候，有没有语带含糊？不，我觉得没有。这个瓜地马拉总统他说他会，还是他很清楚的表示说，我一定来参加。没有，他会尽量的努力。我想大家也了解，事实上我们每个国家大概都会有特使团来出席，但有些可能是元首，但是有些是副总统，有些是外长。其实很关键。
好，元首本身，不然委员，我想干嘛要求他本人出席？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二十二个邦交国全部都是元首来。我在这里可以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很多位的元首，也有很多，也有好几位副总统，也有外交部长，其实都有。我觉得啊，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我们的友邦的元首来参加，啊，这也才能更有象征我们外交上面的稳固啦。我想委员，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了。压力一直存在，对，所以我们长期处在一个危，不要讲危机啦，警觉的状态底下啦。没错，对不对？这个我啊、哦、同意。所以我请教一下部长，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认为目前的两岸关系，它会怎么样影响未来的外交关系？我们陆委会副主委在不在？我们是不是也请一下，邀请一下副主委？当然，因为。我不能够苛责外交部长说你一定要能够百分之百了解两岸现在在做什么，但是它势必影响外交业务啊。副主委，请问一下，现在两岸是冷却期还是冷冻期？我们现在持续在沟通，所以事实上两岸现在在沟通方面是没有障碍的。那我们希望你又讲没有障碍，这种话不要讲太满。对，我现在说明就是说，除了刚刚讲的热线之外，其实在热线的那件事情，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管道在沟通。那我们希望两岸的和平稳定可以外溢成外交上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个区域。所以你也认为，其实两岸的和平稳定是有足够的这一些正面的效益可以外溢到两岸的外交嘛？是，对不对？所以我问你啊，今天蔡英文这个。总统当选人他也接受媒体访问，他说希望啊对岸再多释放一些善意，你认为可能吗？我觉得善意是相互沟通的结果，对，所以事实上要有一个。那现在民进党跟对岸有没有在沟通？这个部分你不要讲你不知道，你们是负责两岸情资的，你们未来五二零之后你还是一样在陆委会，对不对？啊，如果现在两岸没有。他们没有准执政党没有沟通管道的话，那未来两岸关系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不沟通是不可能的。对嘛，所以有，对不对？那沟通的怎么样？沟通的部分，我觉得沟通是好事，但是我们希望沟通后是正向的结果，是对于我们两岸关系跟未来台湾的国际空间，能够在马政府的基础之上，继续往正面的方向来发展。你认为可不可能？我们希望是这样子，希望是這樣，那对整个国家尊严和人民权益保障才是有注意的。所以蔡主席说希望对岸再多释放一些善意，你认为是可能的？这就要看在怎么样的平台，所以在未来六十天内看怎么样继续沟通，在怎么样的怎样的平台的，那你认为什么样的平台是有助于这种善意的释放？我想民进党之间会有民进党的沟通管道，如果他们在这个交接期间需要有相关的协助沟通的事项，我想透过交接的窗口应该也可以做一定的处理，那这部分就看交接小组怎么样去做因应处理。那现在你认为交接小组里面其实他们都有在沟通了嘛，对不对？对，这个重大事项我想交接小组应该要做沟通，应该要做沟通，但是你不晓得有没有沟通，因为我不是交接小组的成员。哦，好，谢谢部长。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啦。是，请。其实外交，我们都知道台湾外交的处境。过去以来，李登辉总统也推动所谓的务实外交，到后来实质外交。现在当然也有人提到说，五二零之后会不会有雪崩式的这个断交潮啊、哦？你评估是不会嘛？啊、哦？对，我们评估是不会了。但我还是要提到，我们过去有没有两岸关系的一个和平发展？当然，对于我们。这个所有的邦交我觉得是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忽略。对，但是 worst the worst 啊，最差的情况，当然也有人提说啊，没有关系的，那帮我对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帮助。哦，没有，反正、就是、每个邦交国都很重要。对外交部来讲，我讲每个邦交国都是我们的重点。所以你认为很重要嘛？哈、啊，所以你也不赞成说，好像说啊，这个放弃这一些邦交国？哦，不可能。我想对外交部来说，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即便用很大的代价，你也认为应该要守住这些邦交国。事实我们跟每个邦交国之间都有双边的合作。你认为以最少的代价可以维持这些邦交国的做法是什么？
我想我们要从实质面来看，因为每个邦交国的合作计划基本上都不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双方面的实质关系。那你认不认为这一些实质外交或者说这一些我们合作的计划是也某种程度上建筑在两岸关系的善意上面？不，两岸关系的善意、和平发展，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因素了。我想这个我们持续都存在，也有必须要。但是我们个别的努力，还有国际的支持，还有邦交国的配合，我想各方面的因素都要做一个综合的考量。对你的回答都是很含糊了啊、哦！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应该蛮具体的。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今天就算520之后，民进党执政，我也觉得，如果我们放任让我们的外交所有的邦交国全部走光光，或者被砍光光的话，然后只留所谓的实质外交，这对台湾还是非常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实质外交当中，你还是脱离不了老共啊。这些国家要跟台湾互动的实质关系，难道没有老共的影子在里面吗？有没有？所以今天如果他硬要连我们的实质关系都要斩断的话，对于邦交国、非邦交国所有的关系，我们都很重视啊。我觉得那是会让台湾陷入一个真的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了，所以还是请外交部陆委会你们要多努力了。这个跟政权交接没有任何关系。我完全了解，我想外交部我们所有的同仁都会继续来努力，来加强我们跟邦交国、非邦交国的关系。所以你认不认为这次总统出去是在拯救外交危机？没有，其实没有。我觉得总统这次出去，我觉得整体的效果应该是相当的明显。我们跟五个邦交国的高层啊、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实质的了解。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罗志正罗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外交部林部长？好，部长。罗委员好。部长早。部长辛苦了，回来还有时差哦。没有，很好，很好。瓜地马拉的邦交稳不稳固？我觉得非常的稳固。巴拿马的邦交稳不稳固？巴拿马的邦交，我们目前来看也是在稳固的阶段。那梵蒂冈？那梵蒂冈呢？梵蒂冈也稳固。那我们前外交部长欧鸿烈前部长，你的前辈说，每个邦交国都想跟大陆建交，你同意这样说法吗？我想基本上应该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应该是说，所以他的讲法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不，我觉得至少不是完全正确了。不是完全正确嘛？我想有些邦交国事实上是有一些幻想，我想这个一定有嘛。但是每个邦交国都想跟大陆建交，你这个说法，你觉得欧部长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我觉得不够精准的，不够精准嘛？对，好，谢谢。那个可不可以同时请副局长跟那个副主委，主席拜托。委员长早，副长长。副队长，长我再确认一次，因为刚才陈廷飞有问到，在座三位哪一个部会、哪一个单位最早知道中共要跟甘比亚建交？我们是一点出头就接到，那马上就做横向联系。那局长，你们副局长，对不起，你们知道的讯息有没有比陆委会早？我们是陆委会横向通报的，所以横向通报，换说第二时间你们得到，第一时间知道嘛，哈。是。那部长也是一样嘛？一样是。所以陆委会是最先知道甘比亚要跟中国建交，对不对？如果以刚刚的，而且是被动告知，绝对不是主动先发现的，是，对不对？是。部长，联系机制。部长，我请问一下，不论对邦交国或非邦交国，要跟中国发展关系，我们事先都要掌握情报，对不对？下次哪个邦交国突然要跟中国建交，你觉得会不会有哪些迹象可以作为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指标？我想甘比亚，因为在不讲甘比亚之后，部长，我不讲甘比亚，我在布里待过，你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注意邦交国的举动嘛，对，才知道他们会不会跟中国建交，有没有什么指标？对，邦交国的动作，事实上我们哪些动作你觉得小心危险了？他们要建交了。对，我想我们事实上是持续的在观察。部长，你告诉我们同仁很清楚啊，要请我们外管注意哪些指标，一出现的时候就注意到，哎，危险了。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双方面的来往，特别是高层的往来，没错吧？高层的往来，如果他们外交部长去了，就知道危险了嘛？是，对不对？是。好，我请问一下，这三个单位有没有谁知道他们的部长 Mudo Gay 要到北京去？那个副局长，事先有没有掌握？是，我们没有掌握，所以完全不知道他们外交部长要去北京。是我们不了解。好，事先不了解，陆委会知道吗？绝对不知道了。不清楚。国安局都不知道，陆委会更不会知道。
可这是不是一个指标，部长？我们去观察，刚才我们王委员问很多。我要跟委员报告哈，其实甘比亚在两年四个月之后，他现在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我知道，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驻管在那边。我知道，所以我才问，我问部长，这是不是一个指标嘛？这个当然是一个。但国安局要不要去掌握嘛？好，局长，我们事前，副长，我们事前不知道，事后知道了没有？跟委员报告，这个迹象来讲，我们事实上从去年的时候，在中共的内部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知道，但是问题出现了，之前的迹象都可以了解，高层互访、互动往来，最重要关键压垮骆驼的就是那个外交部长出访到北京去，对不对？事先知不知道？我们不了解。好，那事后掌握了没有？也没有派人在那个，事后有掌握。好，什么时候去的？是不是？具体有人知道吗？没人知道。查出来了再跟去再委员报告。我们什么时候去都不知道。我们不了解，真的不了解。怎么去的？不知道。经过哪个国家？不知道。不知道。是。都已经事后了。那局长，他们外交部长还在北京吗？我要跟委员报告啊，这一部分来讲，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外这个驻外的单位来。可是不止驻外单位哦，我们如果跟别的国家国际情报友善的话。这个部长可能经过某些国家转机，他出动出发的时候，因为甘比亚是欧洲非洲最小的国家嘛，他没有直飞北京啊，可能经过第三国第三地，这也考验我们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啊。我们会加强了。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没有甘比亚邦交，别的国家跟甘比亚是有邦交的啊。可是很多国际合作友方不见得他会主动要告诉你。那我现在就问的嘛，就是事后我们有没有掌握嘛？我们可以去做了解。要去了解。我们去做了解。怎么去的？什么时候去的？对不对？我们去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在注意我们的邦交国会不会有一举一动的时候，就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好，可是我们的困难还是国际合作友方。我知道，我知道，要努力的目标嘛，副局长。是，谢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邦交国要守着，要护着。是。那个部长，请问一下。是。下一个，我们外交部在当天发表声明，对不对？对。对中共有没有表达严正的抗议？我想那个部分事实上是陆委会在表达。好，那我们态度有没有非常严正？非常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就是甘比亚只是复交嘛，邦交国只是复交嘛。我们对甘比亚的部分，我们是表示遗憾。那我就这样而已噻。对，我们也表示深切的遗憾。你觉得甘比亚复交只是建交这个动作，复交这个动作表示遗憾而已吗？不，我们要了解，对甘比亚跟对中国大陆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跟外交，我们跟陆委会之间是做一些配合。对不起，这是你们的声明。没错，230个字里面只有6个字是表示看法，叫做。我方表示遗憾，对不对？是，其他都在辩护，活路外交，外交休兵。我们是表示说我们会提高警觉，没有错了。但是针对甘比亚部分，只有6个字，我方表示遗憾，对不对？我们要了解，对。好，我们看他的建交公报怎么写的。甘比亚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宁可不分割的一部分。外交部有没有抗议？我想这个是。这个这是联合公报、哦、我了解，我了解。这个事实上是中国大陆跟这个甘比亚之间这个双方面自视的一个做法。不管，我现在讲，他复交又用一次，对不对？对。外交部没有意见了、啊。不是，因为我们事实上你刚才讲他们复交，你只是表示一下我同意，但他们这么重要的建交公报里面写的这些字，外交部不表示意见的。但复交的部分，事实上我们表示遗憾，因为甘比亚遗憾而已嘛，所以你对这句话表示遗憾而已。他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嘛，我也讲得很清楚。对。可是部长。人家建交公报写的这几个字，你外交部的声明一句话都不讲。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部不讲话的。不是，事实上我们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你不接受，那你声明上为什么不写一下，表示我们严正的立场？哎，他把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都吃掉了。部长，你只有我方表示遗憾六个字而已啊。好，那个国安局副局长，请问一下。你们报告里面第二页写的几个字，中共外讲，你们的分析哦，甘比亚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宁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间那几个字突然漏掉了，为什么？上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为什么你们报告里面这几个关键字就不见了？我们会把摘要性的用，摘要把最重要把它摘要掉啊，情报工作最重要是精准，那几个字拿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那几个字刻意拿掉？回来，为什么那几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为什么那几个字不见了？人家公报是这么写的吗？哪个同仁写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几个字就不见了？
有没有什么特殊考量？怕激怒国内民众，还是为了两岸的关系，所以把它稳定，把它稳下来，把它遮掩一下？应该不会有特殊考量。那这为什么那几个字关键字不见了？别的字不会掉，就那几个不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见了，有没有考量？特殊考量？没有特殊考量。那为什么那几个字会不见？你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先，我们的同仁应该就是说把这个含义写出来。含义写出来，最终含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他就是一直强调的所谓一中嘛。那你其他不写，就那个字不见了。不是，他这样讲，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嘛，就是一中嘛。可建交公报里面写的中华，重点不在一中，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合一和违法政府，这中国要的。未来我们改进了、啊，这个我觉得写的也是不对的。当然不对嘛，对不对？对。可是他强调的就是一中嘛，那可是一中内涵就是我要讲九二共识的部分。一中内涵是什么？照他的公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各自表述的。没有，我们的一中是没有错啊。那、啊、他的一中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啊, 啊。我们的是中华民国、啊。没有错啊。可是他们就是中华民国把我们吃掉了。他讲他的嘛。好、啊，部长，我坦白讲，对外交部是有很多意见的。除了公报内容做不好，我们连网页都做不好。我随便看一下我们的网页。这是我们的网页，我们公报出来了，你看一下我们全文印打印，整页啊，还是整页啊，不是公报那一部分而已啊。如果今天要做研究的人，印了你们这个网页去看一个公报的全文，就打出来还是全页在里面，旁边什么这个指标啊什么在里面，我们看外交部，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怎么做的，先上页。上一页，好，他们外交部网站进入他们的所谓的联合公报这一页，对不对？再按一下他们打印全文，只有公报内容。做研究的人就差很多了，部长，我们连网页做的都比大学还差、啊，比一般人做的网页还差、啊。你要全文打印，全文出来就是那个公报内容，我们连有的没的杂七杂八通通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公共。Public diplomacy 这一块是怎么做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请公众会来做一个研究。我真的不骗你，是我以前我在当学者的时候，每次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跟中华民国外交部网站，我就觉得差那么多。关于一个 user friendly 使用者友善这样的环境都做不好，更不要讲说哇外交的竞争啊筹码的对抗，连一个网页基本的网页。做落差就这么大。我想网页的部分我们会请公众会来做一个检讨，我想我们能够改善的部分我们会来改善的。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部长，我们跟陆委会之间横向的管道主要是什么？事实上我跟夏主委之间其实经常两个都同事嘛，过去都同事嘛， 对, 对，都有在联络，对。好，而且陆委会的资讯，我们在国安会开会的时候也都在一起。陆委会的资讯都有给外交部，对不对？外交部的资讯有没有给陆委会？都有关吧，不可否认，我们跟邦交的关系，跟两岸关系是管就是绑在一起的。其实刚才从里面，我们最关心就是横向的联系的部分，不论过去、现在或者未来，这个三角互动的关系，我们中国大陆还有邦交国关系，这资讯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我真的希望我们包括我们国安局单位都是一样，一定要强化，因为未来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要稳住我们的邦交国，这二十几个国家。别人说重不重要不重要，但外交部人家觉得重要了。都很重要，都很。如果邦交全断了，外交部也差不多要废掉了。对，在国安会的机制之下，事实上我们也都有在做一些。不止国安会了，我们自己横向联系之间保持非常密切联系也有。我想邦交国还有非邦交国还有国际组织的参与，我想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工作。不过这个国安局部分还是主要提供相关的情资啦，给各部会做参考了。如果今天我们连一个所谓对方的甘比亚的外交部长要前去中国。我们都完全事先没有掌握，不能做事先因应，还要等对方告诉我们，这次算给我们面子了啦，还给六个小时通知你啊，下次断完之后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自己主动发掘问题，这才是我们外交工作、国安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不是等别人告知。当别人告诉我们，我们最近很丢脸了。好，以上，谢谢，谢谢几位，谢谢，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我们请刘世凡委员咨询。
好，谢谢主席。我想请我们的部长、副局长还有副主委好吗？好，部长、副局长、副主委，请备询。部长，你们辛苦了哈。可能还有时差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国人都非常关心有关于这个中国大陆跟甘比亚复交的部分啊，是不是在下一届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上台之前一个警讯？那包括外交部或者是相关的总统府都说没有针对性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安局的报告里面，还有陆委会的报告里面，好像不这么乐观，是不是请部长来回答一下好吗？是不是针对性的行为？不，我们认为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非常的不友善啊。我想我们，所以我们才会表达这个非常的不满哈。那我觉得他当然是释放一个警讯哈，这个警讯，所以是有针对性，对不对？我觉得是有针对性，是有针对性嘛。所以在媒体上面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单位提出没有针对性？我觉得这是在糊弄所有的社会大众哎。我觉得有针对性，但他当然也对新政府或者甚至于对我们现在的政府，我觉得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作为。是啊，这个部长刚有提到马总统的九安专案回来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外交的这个成果，但是事实上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结果，你的60分就变成50分啦，这不是很糟糕的一个现象吗？所以我都会认为说这是有针对性，不是没有针对性。所以马总统才会表示说他觉得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非常不友善，而且他觉得实际上面也非常不当，是，而且他这个已经表示这个非常的不满。刚罗志政委员特别提到哦，就是在520之前的前后啊，如果我们相关单位包括从国安会开始，国安局、外交部、陆委会还有其他的相关单位，如果都是各行其事，没有协调跟沟通交流的话，就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好像是合各言而至啊。有的人说有针对性，有人说没针对性，有人觉得说事先提出警告，有人说没有听到这个警告。我觉得我们在官方单位如果是委屈也没办法求全的话，那干嘛要委屈呢？在我们520之前呢，我又提出一个看法，我认为说包括我们三个单位呢都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是维稳，这个维稳的状况现在就受到影响了啊。好，这个中国大陆一直提出说没有针对性等等等等这样的话语，我觉得啊，我们台湾的很多民众大概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说法。然后怎么样应变它产生顺利交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部长，到目前为止啊，我们520的总统就职这个这一天这是固定的嘛，大家都知道每四年一趟，那么外交部也把它当成是例行性的外交的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是，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出去的邀请函已经邀请多少位我们的邦交国或者是友邦的元首，那愿意来的可能来的大概有哪一些，是不是可以请部长报告一下？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对22个邦交国的高层我们都有邀请，至少从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资讯，对不起，所谓的高层是什么意思？包括外交部长以上高层，还是国会议长，还是总统，还是副总统，但我们还是总统夫人。我们的邀请当然都是针对总统针对元首或者针对总理，那实际上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事实上已经有蛮多位你会告诉我大概是几位？可能你基于秘密的原因不愿告诉我们是哪一些，但是有几位？22个里面有多少位会过来？至少超过6位以上，有6位以上的元首，不到，那还有副总统，那还有外交部长，还有副总理，我想都有，不到四分之一，不到四分之一。大概至少，那我请教一下，已经超过6位。好，我请教一下，还在规划当中。好，我请教一下，在我们的邀请函里面，具体邀请的人是现任总统马英九，还是后任总统候选人，还是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蔡英文，还是外交部长林永乐，哪一位具名？在我们的外交礼仪上面，具名的人应该是谁？不，我们最主要是由我们的驻馆，当然我把它变成中文，我们的驻外大使馆，我们请我们的大使来。现在正式要出去的一个邀请函，是以现任的总统还是下一任的总统为主，是哪一个才是对的？按照我们的外交惯例，国际上的外交惯例，第14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大典应该是哪一个？目前我们事实上是由驻外大使在协调，确定之后，所以到520之前还是有变数，对吗？对，不是，确定之后，我们当然就会以正式的邀请函来邀请。我想什么时候会确定？不是，就是说等到我们安排到一个适当的时刻，我们就会有正式的邀请。现在都是在协商的阶段，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刚刚中国跟甘比亚复交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他们派出来的层级是不是已经确定，还是因为又受到中国的影响，哦，我想或者是受到我们其他的一个重要友邦，这个工作是我们持续的在进行。那我想甘比亚的部分，事实上两年四个月之前，他就我们已经跟他终止外交关系。我知道，我现在不是讲断交的讯息，而是因为中国跟甘比亚建交这个部分，复交这个部分引起我们国人很大的质疑。是。对于说外交上面，所以下一个外交的重点工作战略就是在520这边，520，所以我要请教一下，我觉得外交部或者是我们相关的单位，包括陆委会，可能神经都要绷紧。在520的时候，如果部长会认为说是六个友邦的高层会过来，我不是说六个，我说六个以上，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是希望可以再努力嘛，增加嘛，对，应该会增加。重要友邦包括说美国或者日本或者欧盟，也会派驻重要的层级的人士嘛，我们的了解是好有多高的层级。我想在目前来讲，我想这个还是在进行当中，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我相信应该多有若干这个官方的性质，希望是能够有官方的好吗？对，在无邦交的这个部分，我想他们都是以特使的身份来，都是以特使的身份嘛，哈。那我们是希望还是持续努力好吗？是。同时呢，为了彰显台湾在过去啊民主政治还有我们人权上面的一个我们的发展啊，这个在我们的亚洲社会里面或华人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广受国际社会好来这个赞赏的。那我要请教一下，我们有没有可能邀请 NGO 或是 NPO 的团体？这个国际特色组织可能在台湾有分会，我想要知道，那个部长有多次提到啊，我们已经有加入这个观察员的部分，包括 WHO， 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包括前两天奥巴马总统有签署的 Interpol。或者是常常来我们国家访问的克林顿基金会，这些重要的人不管是人权团体也好，非政府组织或是非这个NPO 非盈利组织的这个状况之下，有没有可能以特使的身份，因为我们是观察员来台参加520这样子的就职典礼，或者是外交部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状况？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所有的邀请其实都是我们外交部跟新政府的对口单位，我们事实上在双方面在协调在进行，所以说有任何的意见，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参考。是，但是外交部包括您在内都是资深的职业外交官，我们都有做相关的建议，对，不可能是新手上任，一定是很多人基于他的职业上面对于国际社会的了解，对台湾现况的了解，不管是内政外交的了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扩大台湾能够参与国际社会，利用520的就职大典这样子的方式呢，来邀请更多人来台湾来访问，这样子对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曝光度会比较高。我们希望邀请这个非常谢谢委员的意见，这个部分我们会请我们礼宾处，我们再来跟这个新政府这边再来做一个协调，我们希望能够事实上是基本上的做法是扩大邀请。我的建议是这样子，没错，传统外交的思维您刚讲过了，除了有中国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在以台湾对世界各国来讲的话，虽然我们经贸外交或者其他的外交都做得不错，但是事实上我们最以人称道的、为人称道的是在我们华人世界当中，我们对民主政治上的发展，是的，这个是大家都可以赞赏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向啊，也许可以提供给部长来做参考。我同意，我完全同意。好，谢谢。好，那部长您稍微休息一下，我请国安局的副局长，我想来问一下副局长，您刚刚所提到有关于这个甘比亚跟中国复交的这件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到跟520呢是有警讯的措施。那在上个礼拜我们的委员会里面有这个国安局自己提到了中国有三个措施是关闭协商机制、停止陆客来台跟外交施压。但是呢今天我们前AIT 的主席普瑞哲他有提到，就是可能他会告诉台湾的某一些人说不要那么乐观，说两岸会用包容的方式来处理未来新总统的上任，所以他有提出三种方案，一个叫包容，一个叫有限的惩罚，一个叫全面的惩罚。我相信以王副局长久任国安机制这样子的高层领导的话，一定会一定会非常了解未来520的时候你们现在的因应部分，你们觉得要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国人，或是告诉我们的相关单位，或者是后任的总统要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知道。其实从我们的情资上也发现到说，中共现在很清楚的就是看520这一个点。那么在之前来讲，当然甘中的建交那是另外一个警讯的一个
一个这个说明、哦、好，那我就直接问你一下好了，这个普瑞泽主席，我想你一定知道，他不认为包容这件事情呢，的发生机会比较高。那所以呢，在全面惩罚跟有限惩罚当中，大概就是叫做有限惩罚。你可不可以帮我来解读一下，所谓的有限惩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在上一次啊、在我们委员会里面提出质询所说的，也就是说，蔡英文总统如果不提九二共识、不提两岸一中等等这些，就会出现有限的惩罚？那这些有限惩罚会包括哪一些手段？我想中共运用的手段非常的多，尤其是在我们经贸这么互这个依赖的这个大陆的情况之下，当然他会采取譬如说两岸的协议我们就中断了，不跟你再继续就去谈。对，那么有关这个部分我跟你打岔一下，你说经贸的部分可能会中断，你的意思是会中断红色供应链？我的意思是说协议，可能我们在谈的协议，货贸协议哈，他就不跟你再去谈，不再继续谈货贸协议，可能不再谈，继续谈，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出现。那么有一些会谈的措施，或者他就是放缓，或者是降低，或者是把它的限度把它这个没有那么的开放等等这一些。那这些讯息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正在收集之中，我想要从大陆的内部出来。好，那可能要请国安局再继续努力好吗？因为维稳跟应变好，以及怎么样顺利交接，是我们在每一次总统的大选交接期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谢谢。那我同时也要再问一下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是我们现在夏立言跟张志军两个热线已经断线了，还是会继续存在？现在张志军先生给我们夏立言主委回话了吗？告诉我们说，对，他承认这个中国跟的甘比亚已经复交了，然后再告诉我们说没有针对性。这个热线现在还有用吗？还是已经没有用了？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交电话费，所以就不见了？热线继续存在，热线继续存在，但是有没有用？还是已经降低等级了？这变成是夏立言办公室一个秘书来接电话就好了？不是，热线有一定的运作方式，所以都是针对紧急重大事件。那针对这一件事情，我刚刚也有说明，就是在隔天陆方有传达说希望就这一件事情，陆方是透过热线来传达吗？不是，透过我们一般热线都是先幕僚之间先沟通 好然后才直接打热线。副主委，我可以请教一下，我们会认为中国跟甘比亚复交这件事情叫做重大事件，但是中国会认为他们跟甘比亚复交这件事情不叫重大热线，不叫重大事务，所以张志军先生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就回复夏立言主委的这个热线电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考量？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立即跟他们反映，要透过热线。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不要实问虚答。我的意思说，我们的判断，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中国大陆觉得啊，这都不是我的代志啊，这都是我们中国外交部的代志。你问我国台办是要从啥？是不是这样子的考量？是我们认为重大，我们都知道，处理外交工作的人，或是处理重要国安工作的人，根本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命，跟统一超商一样，哪有可能现在不在？早上有事，晚上也有事，除非他现在送医院，不可能嘛？我们不要那么。不要那么一厢情愿，然后觉得说好像我们帮他想，他真的是有事情，不是我们，可能是临时肚子痛，不是我们帮他想，不是我们帮他想。那所以我们的回应机制是什么？我们只有发表强烈遗憾这件事吗？我想要知道，接着下去热线还在不在，还是已经不在了？热线还在。那未来夏立言主委如果没有担任陆委会主委的时候，是不是热线要重新去启动，还是不存在，还是要重新谈判？就副主委，热线还在。然后要沟通的时候，就透过沟通的程序来处理。那热线还在是什么意思？已经没有重大事情需要处理了，所以热线就不在了吗？所以我们才一直持续的跟他们做沟通。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都希望这个部分双方有很好的沟通。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沟通，我刚刚讲过了嘛。我们单方面认为这是重大事故。但是他们会认为啊，不关我的事啊，我的国台办处理事情处理好就好了啊，你去问我们的外交部不就好了？所以我要更告诉我们陆委会的相关同仁啊，未来在界定这方面，包括刚刚国安局所提出的警讯，陆委会的工作同仁确实在第一线很辛苦，但是千万不要松懈，好吗？好，谢谢。沟通是双方面的。谢谢。好，谢谢。那我们请这个蔡适应委员。
主席好，能不能先请我们国安局那个请就备询台，谢谢。副局长。好。委员长，嘿，早安齁。我想刚才我们几位委员就关于整个对于情资的掌握都一直在询问你的意见跟看法嘛齁。那按照刚才国安局副局长您的说法是说，对于这一次中国跟甘比亚复交的事情，国安局在这个整个情资的收集上面事先是一无所获就对了。我们事先有收集到说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台湾政局可能有变化，那是不是在选前呢就跟我们原来的断交国这个甘比亚，所以你们之前内部就曾经开过会说，但是时间点我们没有办法很精确。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我先再请问一下，您的意思说你们内部就曾经开会讨论过，你们认为甘比亚在520前后就会跟中国建交了，那是有这样的内部会议吗？我们收集到的情资，你们有确实收集到这，而且就是讲甘比亚吗？是甘比亚，是甘比亚吗？那麻烦会后你补一份资料给我哈。这第一个，为什么这样问你哈？如果你们内部有做这样的开会的话，对于我们没有开会，我们收集到情资，啊、你们情资你们有没有分析啊？我们当然要分析、啊。那你们这个情资有没有报给外交部？我们陆委会提供相关的单位、啊、那外交部是你的相关单位吗？我们有没有给？是不是啊？我应该会提供了。有还没有吗？如果有，不然我想请教一下外交部哈，那个外交部部长，谢谢。对于刚才国安局说他们曾经就内部就收到这样的情资，他也透过相关的单位转达，想请教外交部有没有收到这样的资讯，说甘比亚跟中国会在520前后建交。我至少我对这个事情本身、哦、并没有直接的资讯，谢谢，所以部长不了解，好，所以外交部没有收到消息嘛。另外陆委会呢，我们陆委会的副主委，谢谢你。啊、副主委，我想请教你哈、哦，针对刚才国安局的说法，说他们收到的情资，说520前后中国有可能跟甘比亚建交，他们有将这个情资转达给相关的单位，请问副委会副主委，你们有收过这个情资吗？目前我是没有收到，我不知道我们相关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讲是代表陆委会，不是讲你个人呐、啊。陆委会有没有收到这个情资？我想应该没有了。好了，现在不用再讲，不用在备询台上讨论了。我想你们是现在才知道这个东西吧？所以我就很怀疑啊。刚才国安局的副局长说，你们事先就收到这个情资，而且也转送了相关单位。我不晓得关于中国跟甘比亚未来有可能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包括互交这样的一个重大情资，你的相关单位是谁？在我看来，应该就是外交部跟陆委会啦。那如果外交部跟陆委会都不知道的话，所以我很怀疑副局长您刚才在这个地方的说法，主席，我就我来讲，我感觉非常的保留，所以麻烦你会后请你提供一份完整的资料给我，你的情资取得以及你什么时候转交给相关的单位，这第一个，待会请你。或许在我们还在查证，就没有。没关系，就说等你查完书面资料给我一份，是吧？因为照你刚才的讲法，外交部跟陆委会都不知道啊。好，这个是这个，我先问这个。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在上个礼拜时间不够，你们的国安报告里面啊，有讲说中国最近最台的重要的政策叫做多批毒少批菜，你们里面是不是有写过这一段话？报告委员，我想那是个机密报告。反正后来我们就开放了嘛，我们后来有业务询答的时候有问，我想问一下，那你认为多批毒少批菜，就国安单位来讲，至少就副局长你的看法来讲，你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我想中共的定调都很清楚，他很极力的反对台独，那么当然对台湾的政局的走向变化，他还是有期待的。我想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含义。这么大段的意思？我意思说他对台独是很坚决去反对的，那么对于台湾政局的变化，实际上他还是有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希望不要去走向于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形。这个是你们内部的推断而已，还是你们确实掌握到情资啊？我想我们会根据各方面的一些情资里所研判出来，所以你们自己研判出这样的结果出来就对了哈。好 ，OK， 好，谢谢我们的国安局副局长哈。好，谢谢。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下我们的外交部哈，这个部长不好意思哈，没有。这个今天早上发生一个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哈，我想
不晓得您有没有收到消息，我们屏东县级的渔船啊，有两条盛德才跟联德星116号在东南亚的区域啊，东南亚的区域马六甲的附近被印尼的巡逻团开炮开枪，这个事情不晓得部长你晓不晓得？我到目前还没有，还不知道哈。那我现在跟你讲哈，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报道，对，我会马上去查证。我们这个我小翠到时候要确认一下我们的部长哈。印尼籍的渔船在马六甲的海域有没有这样一个权利？对于台湾籍我们国家的渔船呐、你说是印尼籍的巡逻船，印尼籍的巡逻船，他们不知道是军方还是警方的，我不是很确定，或者海巡单位哈、对我们台湾的渔船，对台湾的渔船有没有权利在公海用这样的一个武力行为啊？毕竟我们的渔船是渔业作业，渔业的作业船只，它并不是武装的船只嘛，对不对？是印尼政府这样的行为。这个我们要去做进一步的查。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呢？对，我们这个会跟印尼方面会做强烈的表示。但我想查证的结果是非常的重要。那什么时候可以查证出来？我想我们会尽快。我想我们这个亚非斯也在嘛？这个是亚非斯管的嘛？亚太斯的司长常司长有在吗？这买在卡点，可以调盖看没有？我们有注意到这个新闻的报道，目前我们外交部在透过驻外代表单位在。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司长哈，这个事情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一个正式的声明出来？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可以马上就有一个声明。马上出来，中午之前好不好？好，中午之前麻烦请外交部就这件事情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好，再来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关于这个太平岛的事情哈。是，外交部要邀请外媒访问太平岛嘛，对不对？我们在规划，是谁有这个开始发想者是谁啊？不，事实上外媒要提出申请，事实上是已经有这一两年，事实上这一两年都一直有嘛，对不 对？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啊，这一两年来我们政府的高层有没有去访问过太平岛去视察了？不用说访问，我们总统有去过，还有谁嘞？部长也去过，对吗？那这些去的时候媒体不就跟去了吗？不是，基本上我们当时并没有邀请媒体，没有邀请媒体，没有邀请媒体。那主要是有我们的部长跟总统，怎么会有那么多新闻跑出来啊？我们是有，当然是有那个相关的单位，我们是有做新闻。你们统一发稿就对了，是不是？没错。那为什么当时你不直接邀请媒体就好了？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其实我想委员了解，就是我们事实上哈，因为去太平岛的 C-13 吨哈运输机，它事实上它的。这个载客的人数有相当的限制。C-13洞一次可以载多少人、一次大概是29个人左右。只有29个而已。对。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你这个外媒包括哪些人？我们基本上有外媒，那还有我们国内的媒体，我们现在还在做最后的确认。有没有包括中国的媒体啊？这个我是不是请 我相信是没有哈，我是不是请那个我们彭司长来说明一下？报告委员，没有陆籍的，没有港籍的，没有澳门籍的。再讲一次，没有什么，没有陆籍的，没有港籍的，也没有澳门籍的。中国的、香港的、澳门的记者都不列为邀请，为什么不邀请？因为这个你们的看法是太平岛这个是一个军事的管制区，那按照那个规定来讲的话，不能有这种这种背景的这个记者也好或人士也好。那外国籍的可以不受限吗？这三个之外的外国籍是可以的。是，所以包括美国啦，或者是英国啦、日本啦、韩国啦，都可以。是，那如果菲律宾的记者要去的话，可不可以？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是啊，如果他跟你申请，要不要邀请他？不邀请，没有，他们没有提出。我假设他提出来了，假设说现在菲律宾的媒体说，刚好我们台湾外交部要邀请外国媒体去太平岛看一看嘛，对不对？他就申请跟着来，你会不会拒绝他？假如他申请的话，外交部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拒绝？那我们要看他的媒体的属性。他就是他们国家的媒体啊，就是要来采访太平岛啊。那个媒体有很多种，他有很多的国家级的，或者说有一些这自由派的。如果是他国家级的媒体咧，这我们会考虑。那我现在问你啊，你们的考虑啊，你今天不是要邀请外媒，你们不是在做规划的吗？所以我直接问你啊，如果是菲律宾级的外媒，国家级的，您的态度是支持或是反对？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机位非常有限哈，我觉得菲律宾级的可能不是在我们优先的邀请的。所以如果菲律宾，那你就直接讲嘛，如果菲律宾级的媒体有要采访这条新闻的话，就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是反对的。
应该是这样子嘛。如果就我来判断的话，应该不是他，应该就是反对就对了。好，我再强调一下哈，这一件事情哈，陈海子前面我们这个是源于之前哈，在第五页的地方哈，你外交部有提出一个南海和平倡议哈，我想请教一下哈，部长，你觉得这个南海倡议从104年5月16号马英九总统提出到现在，有没有任何的成效？我想其实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们跟菲律宾方面那个签署了，在去年11月的时候签署了我们跟菲律宾之间的渔业执法合作协定。渔业执法合作协定，对，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台湾跟菲律宾在渔业的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嘛？ 对， 对不对？我们是在执法方面的合作。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在这个合作协定里面啊，对于太平岛周遭巡弋的权利有没有什么划分？不是，最主要就是在执法的部分啊，大家要相互的通报，不能使用武力，而且在任何的这个拘捕的时候，都要在3天之内要释放。我想这个是一个执法的规定。我的意思是说，在划界的部分，对，假设我们台湾的渔船在菲律宾的200海域之内执法，他可以把你赶走嘛，对不对？因为有些部分有些是重叠的经济海域，如果是在有一个执法的一个，所以那个部分你没有。那我想问一下，太平岛周遭如果台湾渔船在那边作业的话，菲律宾可不可以去赶？哦，太平岛周围，我想是我们不可能接受，因为我们事实上在那个周围。那你们的渔业合作的台湾跟菲律宾的渔业合作的执法的协定里面，对于太平岛的周遭，你们有没有讨论到？哦，没有很明确的提到哪一个固定的区域，但主要是针对双方面重叠的专属经济。我的意思说，太平岛的部分应该就重叠了吧？没有没有，太平岛没有重叠吗？没有。太平岛如果是岛的话，你不是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等等的吗？没有吗？还是我们在太平岛从来没有主张过200里的经济海域？有吗？报委员，我们跟菲律宾那个这个台菲渔业执法合作协议只在两国之间的海域，只有在，那所以只有在巴士海峡。那我想问一下，那这跟南海和平倡议有什么关系啊？那也是南海，那也 是吗？那也是南海的，那是属于南海吗？是，那也是南海的一部分。巴士海峡是属于南海吗？我想再确认一下。委员可以查资料。好，那所以那你的那个问题是，你的南海和平倡议里面是讲是太平岛，还是讲巴士海峡？通通都包括在里面。通通都包括在里面。那南海和平倡议的成果，现在只是在巴士海峡 这一部分，但在其他的部分，大家也都降，大家也保持大家也都保持自治，降低冲突。那你觉得现在有降低冲突吗？我的意思说，你提的马英九总统提的南海和平倡议，在最近南海的主权争端里面，有哪一个国家有稍微呼应一下马英九马总统的想法？好像没有吧？包括美国，包括菲律宾，包括中国，包括越南。不，事实上，美国、欧盟事实上都有表示这个呼应啊。他们有表示呼应？有有有。那你们给我一个书面的资料？没问题，没问题，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太平岛的态度，美国方面有特别提到 appreciate 嘛？事实上都有。那我想请教一下美国政府对太平岛目前的态度是怎么样？是支持菲律宾的看法，还是支持台湾的看法，还是支持中国的看法？不是，我们对于太平岛的主权，这个是毋庸置疑。事实上，我们我们跟美国、跟菲律宾、跟越南，我知道说，那他们目前官方的正式的态度是什么？知道了没有？我问你是这个问题啊。美国官方的态度是表示 appreciate 的，是总统能够提出这个南海和平倡议的路径图嘛？美方是表示这个、啊、表示什么？表示 appreciate， 表示赞赏、啊、表示赞赏，那他支持马英九的态度咯。对，我想基本上那他也支持马英九对太平岛的主张咯。美国政府有支持吗？不，美国总统对于我想部长你大概不敢肯定。美国对蔡委员，谢谢。对主权的部分没有问题、啊、我想再麻烦请未来我们请我们的部长齁，麻烦就我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没问题，在太平岛的部分，好，美国政府的正式官方态度，可以可以，还有越南政府，还有菲律宾政府的正式官方态度，好，以上，没问题，谢谢，我们提供给委员参考，谢谢，啊、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林昌卓委员。请部长。请林部长。林委好。嗨，部长好。我想刚才几位委员也就这一次的这个甘比亚跟中国复交的这个事件，大概都提了很多细节的看法、哦、是。所以我在这边，我想再一次去
跟部长就我们的外交政策做一些讨论啊。长期以来，不管看媒体或是看你们自己的这一些发言，对于这八年来，我不管它简称叫什么，它的概念上是台湾实质参与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这样子去推进我们的外交。那这样子的外交的成绩，你可以讲，列举几个吗？我想我们过去这八年来我想在邦交国的部分，其实都关系也都是非常的稳固。我们跟非邦交国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跟日本、跟欧盟的关系，我想也是持续的成长。我们跟东亚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的进展。在这个国际组织参与的部分，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还有国际民航组织，我们也具体的成长。另外，在这个亚太经济合作 APEC。另外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事实上我们的参与也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这一块我大概都有收到你们报告。对，就是 Interpol 的部分，那最近也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美方也是强烈的支持。所以就是说，这个包括我看了你们的报告哈，包括像 WHO 是美国、加拿大以及德国，包括他们整个欧盟27国挺我们，这是远超过我们的邦交国的量嘛。是。那 Interpol 也是嘛，都是美国为主在挺我们嘛。对，现在是逐步的在进行。那 ICAO 国际民航组织是除了巴拿马是我们的友邦以外，还有包括像巴西、德国、葡萄牙、比利时、爱尔兰这些挺我们的，都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是。所以我想这一块应该大概就是你们所谓的，我们过去几年来可以得到非邦交国的实际支持，也就是说台湾你们这个外交政策是说实际参与非政治性的这些国际组织的成绩嘛？对，应该是这样嘛？因为这些专业性的或者功能性的国际组织，但我们希望能够在国际上面获得最大的支持。我想这个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目标，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过去八年来的一个算是这个整体的成绩嘛？是整体的这个策略上实际参与非政治性的国际组织是有工具性的、有实质功能的这样子的，那也引起了很多我们这个非邦交国，甚至于超过我们的邦交国来支持我们。是，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想要问，所以如果在我们这一个马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里面，有甘比亚跟没有甘比亚到底有什么差别？22国跟23国，或是说像国安局讲的，类似像甘比亚这样子的国家其实很多。就是他们的国力其实很弱，那他们也遭遇了很多的困难。那像这样子非常需要金援这样子的邦交国不少。那我们有这个跟没有这个有什么差别？既然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么多非邦交国，还远超过我们的邦交国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有甘比亚跟没有甘比亚的差别？我跟委员报告，我想邦交国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主权的地位，我觉得是有它的重要性。这个部分我了解。对，没错，这个部分我们要继续来维持。但国际上的支持当然希望能够越大越好。但是既然过去几年来我们不去参与政治性的跟主权有关的，那我想要了解的是，我举例来讲好了，我个人是希望台湾有一天，我们的外交愿景是，还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也是一样，希望有一天以台湾的名字在国际之间跟所有的国家一样平起平坐，最好全世界都是有我们的友邦，成为一个跟大家平等互惠的正常国家，这是我们的外交愿景。那我想要问你，马政府的外交愿景，我想也不是像东德、西德、南韩、北韩这样追求双重承认吗？有一天，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得到外交的双重承认吗？这是你们的外交愿景吗？不是，目前当然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跟我们的邦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要全力的在维持。部长，我在讲的是外交愿景。对，目前我们要有愿景，才有办法倒推回来去想说，现在我们需要几个邦交国，这些邦交国我们要怎么跟他来往？有甘比亚跟没有甘比亚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的愿景是有一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全世界100-200个国家都是我们的友邦，而另外一种愿景可能是像这个马总统常常说的东西德南北韩，他举的这种例子。那所以是不是愿景来讲，是有一天要双重承认，那你才可以倒推回来去讲说，有甘比亚跟没有甘比亚的差别啊？那以刚才前面来讲，过去八年来，你们认为最好的外交政策是实质性的参与非政治的国际性组织，那这个是现在，还是这个也是愿景？如果永远都是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还是要务实，一步一步来推动。好，所以务实我们现在就是说推动往哪里去？我的意思是往哪里去？因为我们有愿景，才知道今天有甘比亚跟没有甘比亚的差别。对我这样来讲，当然会觉得我们需要友邦参与政治性的，可以强化我们主权的这些邦交国嘛？因为非邦交国比较敏感，不好这个不方便在政治性的组织帮我们讲话，所以我们会去计算，我们会去思考怎么样跟友邦来往。这个是有愿景才可以倒推回来。你们的愿景不是以台湾的名字 加入国际组织，也不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双重承认。你们的愿景是不是就是过去这八年来你们觉得很成功的这一套，这个实质的参与非政治性的？我想我们外交工作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能够维护，要巩固我们整体的国家利益。是，那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我讲的是外交愿景。就是现在，我知道你，我刚刚我读得非常的熟了。对，我知道，因为所以，我刚刚前面也有回答出来了。未来的规划当然要按照我们政府所制定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针，一步一步来推动。我假定二十年以后，或是愿景，以你们的外交愿景到底是什么？你们有一天要去参加政治性的组织吗？如果不参加的话，需要邦交国干嘛？你们有想要有一天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双重承认，或是像我们这样台湾在国际之间？实质上，我跟委员报告，实质上我们现在跟中国大陆在 APEC 也好，在 WTO 也好，实际上我们都是会员。这些都是经济性的。我们刚才就讲前面 WTO、WHO 或是 Interpol， 这些都是实质工具。我现在问的是外交愿景、政治性的、就是、主权性的。就是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来累积我们在外交上面的成果，累积往哪里去？帮助你从现在还是没有讲到累积往哪里去，没有啊。所以我告诉你，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甘比亚没有甘比亚，对你们来讲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对我们来讲当然有差别。我现在要再来问下一题，就是我要问那个陆委会的今天的代表。是。请副主委。副主委，我想请问一下，中国跟我们的关系空前良好，所以其实中国算我们的朋友对不对？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我们说维持66年来的这个最好的状况是相对性的，好好好，对 okay， 相对相对性，他现在算我们的朋友啦。是。那我想是嘛？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部长，那甘比亚算我们的朋友吗？甘比亚现在不是我们的邦交国，但是他算不算我们的朋友？不，但我们跟甘比亚目前当然还是基本上还是维持友谊，我们并没有。那我想请问一下，既然这样子的话，甘比亚他需要帮助。事实上，按照这个国安局的这个里面的外交部的报告，他们经济萧条，财政每况愈下，政府发不出薪水，部会裁撤，国水电公司破产，人民是水深火热。所以我们的朋友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他去我们没办法帮他们，因为我们自己财力有限。他去找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中国，他不是找我们的敌人哦。对我来讲，中国当然对我们是有恶意的，可是按照陆委会来讲，中国也是我们的朋友。那我们有什么好遗憾？今天甘比亚是我们朋友，中国也是我们的朋友。按照马政府的逻辑的话，我们要推荐他去找我们的朋友啊。我们反而要推荐，我们应该跟他说：“哎，现在我们财力有限，但是我有个好朋友中国，他现在可以帮助你。”我会遗憾，因为我认为台湾需要邦交国，你们不用遗憾啊。你们应该要推荐，你们要主动推荐他们说，现在中国很有钱，我们希望帮助你，而且你跟我们断交了以后，事实上，我想请问你，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我问你，日本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当然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日本跟我们没有邦交的关系，可是日本在311大这个大震这个地震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提供我们朝野一致都去帮助他们。是的，是。我想问一下，甘比亚是我们的朋友，他现在发生这么困难的事情，我们有透过民间的方式去帮助他吗？甘比亚，我想内部有很多的问题了，但我们这一次所谓的遗憾，我知道，包括他独裁者，我们去帮助他，有可能钱被他的独裁者拿走嘛？所以，我们有没有用民间的方式，例如说世界展望会，我们有没有号召人民说，哎，我们以前的朋友现在过这么惨，我们要赶快去帮他？虽然他去找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了，但是那个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麦盖因天活人家贼，中国也是我们的朋友，陆委会刚刚说的、啊，甘比亚也是我们的朋友啊。说明朋友。他并不是100%对你的好，所以事实上你要看
所以中国有的时候是朋友，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你们全部混乱。陆委会认为中国是我们朋友。如果今天我对朋友，我们认为中国大陆这个动作是非常不友善的。我事实上，对我们这种认同台湾主体意识的人，当然认为他不友善。可是按照过去马政府八年来的说法，对方是空前对我们友善。因此，像甘比亚发生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去介绍中国这样的朋友给他们。按照你们的逻辑啦，不是我的逻辑啦，可是我看不懂你们逻辑，你们是全面混乱的逻辑。中国大陆这个动作非常的不友善，所以我们会强烈的不满。你刚刚也说不出来，我们为什么需要甘比亚、啊？哪里不友善？我们需要甘比亚是因为长期有一个外交愿景。我需要甘比亚，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们长期台湾要成为一个在世界上100多国都是我们友邦的国家。另外一种可能性，也不是你们的，是要双重承认。但是你们都不是，你们没有愿景，所以甘比亚没有问题啊。对你们来讲，有甘比亚跟没甘比亚，我们觉得中国大陆，我想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是对我们事情，也对我们。我要再一次问你，你们提出来的 WHO、Interpol、ICAO 等等，都是非友邦国家支持我们比较多，友邦对我们的帮助实质上很少。友邦所以甘比亚，哦，你刚一开始不是这样讲，你说你们最强这个最实质的帮助是因为非友邦，不，我没有扩大国际上对我们的支持嘛？事实上，我们友邦在联合国总辩论里面都有在支持我们。你们又没有要加入联合国，我要加入联合国，你们又没有要加入联合国，你们过去八年来没有我们的友邦，事实上在其他的国际组织也有在支持我们，我们的国际上的支持要扩大。我在这边，我必须回来对讲一下，你们就是整体的矛盾啊。我觉得你也很难做，因为马政府没有一个清楚，马总统没有一个清楚的外交愿景，所以你无法倒推回来。现在讲说有甘比亚跟没有甘比亚的差别，你们讲的遗憾也令大家都觉得很矛盾，因为他去找的是另外的我们的好朋友。基本上我们要乐观其成，如果按照你们逻辑，你们要乐观其成。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对我们施压。我想你应该要去到处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不好意思，再给一分钟。按照你们的逻辑，中国跟我们空前良好，我们自己的友邦我们帮助不了的时候，应该要介绍中国去帮他们。按照你们的逻辑，然后而且我们因为要参与实质性的非政府组织，所以也跟中国不会尴尬，因为我们的重点是非政治性的实质参与，所以我们介绍中国给他应该是你们应该可以做的事。那外交工作是一个，所以我看不懂你们的遗憾呐、啊，我看不懂你们的遗憾。除非你们现在像刚刚陆委会的代表讲的，哦，他有的时候朋友，有的时候不是。那这样子，你们就是没有一贯的想法，你们没有一贯的想法，也没有外交愿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进退失据的原因。那在这边，我没有办法帮你们做一个这个结论，因为这是整盘烂棋啦。那我希望下一个新政府要好好的思考这件事。如果是用你们的逻辑，应该要多多的像你们这样的方式。其实甘比亚有或没有都没差的嘛。对你们来讲的话，所有你们举出来的过去参与的这些重要国际组织，都不是我们的友邦为主在支持我们啊。不，友邦都有在支持。那个，但我们需要在国际上面。一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讲，现在我讲到最后你就说友邦很重要，你也知道友邦重要了，对不对？那你也知道对方这样挖我们不重要，不行，对不对？要有外交愿景，我们才有办法推回来。甘比亚重不重要？谢谢。好，谢谢林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李顺林李委员。主席，有请外交部长和陆委会副主委。请部长跟副主委。李委员好。部长您好。部长您随行出访，刚回国就来到立法院备询，部长辛苦你了。没有，不敢当，应该的，应该的。好，谢谢部长。部长，3月17号，甘比亚和中国在北京签署复交联合公报。那部长能不能请你在这边对于这件事情给予正式的声明和谴责？我要在这里特别说明哈，我们认为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非常的不友善，所以马总统在国外的时候也特别表示强烈的不满，而且认为这个时机非常不恰当。那因为
甘比亚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所以我们从外交部的角度来看，但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驻外管处也利用这个机会要提高警觉，要密切注意这个中国大陆任何在外交方面对我们的打压，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谢谢部长。那我想请副主委是不是也请您在这边对于中国方面表示严正的抗议呢？我们当天就发表正式声明，表达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样的作为是伤害两岸的互信基础，而且严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那这个部分是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且在这个时间点来做这件事情，会引发国际社会整个对两岸关系方向的一个错误的解读。那在我们当天发表的声明稿里面，都做了非常强烈的表达。好，谢谢副主委。那副主委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根据陆委会在3月17号的新闻稿里面表示，陆委会表示，大陆国台办于今日下午1时许告知我方，将于本日稍晚宣布与甘比亚复交。请问副主委，就您所知，在中国与甘比亚复交的这个讯息，我们陆委会是第一个知道的单位吗？照我们横向的了解，陆委会是第一个知道的机关。好，那我想再请教外交部长。部长，那你们外交部大约什么时候知道中甘复交的这个消息？就是我们是按照这个陆委会所获得的讯息，因为夏主委在第一时间有跟马总统报告，所以我们在国外也有这个立即召开一个会议，能够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在那个时间点知道。但在之前，事实上我们确实有了解，这个甘比亚事实上是非常这个主动的跟中国大陆在改善关系，事实上各方面的这些接触还有各方面的合作也都有，但我们并没有了解到真正所谓复交的那个时间点。好，那我想请国安局王副局长。吴阳锦委员长，副局长您好。在你们的报告里面第二页曾经提到过中共曾评估，若我今年总统大选政局发生变化，可考虑与甘国复交，借此影响新政府两岸政策。请问副局长，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获得这样子的请资？我们应该是大概去年年中这个时间。去年年中，我也必须在这边跟委员报告，也跟蔡委员说道歉的，就是其实上我们正在做研判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相关的资料给了外交部或陆委会，当然我们有做我们的处理跟运用，所以我刚刚一时讲说有送给相关单位，实际上很抱歉，并没有送给相关单位。好，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向马总统提出这样子的请资？那对于马总统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有综合提出来，是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呈现一个正面或负面，或者是产生了一个效应，我们有提出来这个报告。好，谢谢副局长。谢谢。那请教部长和副主委还有副局长，你们在获得中甘即将复交的这个讯息之后，分别给马总统什么样的建议呢？请部长先回答，谢谢。我刚才已经说明哈，事实上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国外访问，所以马总统在第一时间就表示说，这个时机哈，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的不恰当，所以表达强烈的不满。马总统特别是要求陆委会跟外交部哈都要对外做一个说明，所以陆委会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请副主委来做一个说明。就外交部的部分，那我们也已经表达这个深度的遗憾哈。那事实上我们也在外面也事实上我们也通知我们所有的驻外管处，要他们来密切注意相关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希望避免到任何可能发生的效应。好，谢谢部长。那是不是请副主委再做一个说明？是，谢谢。除了我刚刚我们发表的严正声明之外，事实上我们一直希望透过热线的管道跟陆方表达，不要在这个时候跟甘比亚恢复邦交。那因为热线一直没有接通，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不满和我们的遗憾都做了一个严正的声明。好，谢谢副主委。那是不是请副局长也说明一下？我想我们接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局长立刻要求我们的业管单位通知我们各所有的海外的站组，
也收集到现在我们的这些邦交国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预警性的一些资讯。那么另外也收集中共在这个甘中建交了之后，他们后续有没有一些做法，或者是说对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反应的收集，我想我们有做一些情报上的一些掌握。好，谢谢副局长。谢谢。那我再请教一下部长和副局长，现在是不是还有关系比较不稳定，随时有可能会断交的邦交国？我想我们事实上对所有邦交国我们都会定期来做一些研判。那我在现阶段，我想我们跟邦交国的关系基本上都是稳固的。好，那关局副局长，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我们所收集的讯息，在目前来讲，当然在中共来讲，积极的去做一个诱拉的一个动作，但是并没有很具体明显的有一些危机的出现，但是我们会持续的掌握。好，谢谢副局长。谢谢。那再请教一下部长，我们现在外交部采取了什么样的作为来强化和现有的邦交国的关系，那来拓展我们的外交空间呢？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对每一个邦交国事实上我们都有非常多项的这些合作计划。那这些合作计划事实上是一个双边合作的基础。那我们在这次这个甘比亚跟中国大陆复交之后，那事实上我们也通电我们所有的驻外管处，要去了解各方面的这个反应，还有也了解各方面的迹象。那我们认为我们跟邦交国，我想最主要还是要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之上能够来进一步的加强关系。这一次马总统出访能够跟五个邦交国的高层包括瓜地马拉的总统，另外四位总理能够会晤能够就加强双边的关系能够交换意见。我想这样的这个做法事实上就是我们在巩固邦交一个最具体的做法。好，谢谢部长。那我才想要在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国安局副局长。是，我也好。副局长，我想知道说你们对于未来的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我想我们不是主管全责部会，我们会收集到我们该做的预警的讯息，我们提供给主管的部会做参考，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好，谢谢副局长。谢谢。那我想不管我们外在环境对于我们台湾有多么的不利，我们都应该要持续的强化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来维护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那也希望我们的各部会能够为台湾做最大的努力，好吗？谢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李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吕玉玲李委员。主席，请部长跟我们陆委会的副主委。请林部长，还有我们副主委。李委员好。部长，上个礼拜甘比亚跟中共建交了，这举国哗然啊，我们都很震惊。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的非常的突然，还是已经酝酿了很久啊？那我们的了解就是因为甘比亚在两年四个月之前跟我们终止外交关系之后，当然他希望能够从中国大陆那边能够获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援助，这样的一个接触，这样的一个交往事实上是一直都存在的。所以在我们外交部的报告还有国安局的报告里面，这两年多来你说他一直都有跟大陆那边有联络，都有接触，都有接触。那我们有没有在跟甘比亚有接触呢？不，我们事实上跟甘比亚这两年多时间，我们有没有接触？我们也有接触，也有一些互动。那有没有跟贾美总统这边有通电话有沟通的？没有跟贾美总统。事实上，我们也持续的在关注甘比亚那边的发展。我想，甘比亚因为在两年四个月，因为贾美总统特别提到说他有战略方面的利益，所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我们也了解他的这个决定，事实上是非常的，他对他的决定非常的坚持。甘比亚跟中共的建交，你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你就已经要掌握了？我们对于这个复交的时间点事实上我们事先并没有掌握，完全都没有。对，我们主要是陆委会所获得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个陆委会通知你，你才知道。对，我们在海外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才知道。那国安局副局长，委员长，副局长，
国安局对这方面的情资，你们掌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大概去年大概就了解到了，当然去年了解。刚才部长也提过，事实上，甘比亚断交之后，就不断的想要跟中共建交。那你们怎么处理呢？你去年就知道你怎么处理？我们是把它延展出一个报告之后，我们反分析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对一些相关状况的一些影响。你内部是这样子因应的吗？我们有没有没有跟我们外交部或者是陆委会报告吗？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够很具体，只是说在不够。什么叫不够？如果说大选变局的话，他们可能要去研议是不是在五二零之前或五二零之后采取对甘比亚一个复交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具体上实际上还不是很具体，但是我们持续的在去追踪掌握，但是确实的时间点我们并不了解。外交是没有时间、没有空窗期的嘞，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在选举的时候还不知道，所以你评估的话就没有跟我们两个单位来报告呢？因为时间点我们不明白。你说是你自己内部这样子评估的吗？都没有报告长官？我们不是内部评估的，是他们自己的情资里去。你内部，你去年就得到这个情资，你没有跟总统报告，也没有跟我们外交部跟陆委会来讲，你这是内部这样子因应的，我们自己要处理的吗？我们有我们的体系往上去报告，我想所以就已经事先知道了，没有跟高层报告，已经知道了，但是没有时间点，也没有他正式复交的一个过程，我们都不晓得，只是说有一个迹象显示出来，他们似乎要采取这个动作，有这个迹象了，没有跟外交部讲，但这个迹象不具体嘛，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去想说，那是你们的判断不对咯，我们没有判断不对啊。在这个2013年10月份断交之后，这两年多来，一直甘比亚非常高度积极的跟中国大陆有一些联系，有一些交往，有一些拜访，通通都有。而且中国大陆在去年也有资助甘比亚，包括是建体育馆啊，或者是医院的工程，这样子密集的交往，这个都有。国安局，你这边情资都不知道？有，我们有掌握，我们在那个报告里有。但这样子的话，他们已经密集的在交往，这样子建交的可能性，你还评估不出来吗？时间点我们没办法评估出来，我不可能说评估出来说今天3月17号他就要跟他建交，我们没有办法做这，因为内部没有讯息给。所以你要报告给外交部，外交部就有措施、有因应的做法会来处理啊。我们一直在做查证，我想有一些情资来讲，你必须要有具体的一个增厚在这边。好，部长，刚刚国安会、国安局已经跟你这样讲了，这种情形是没有跟你报告，对不对？不，我要强调就是，所以你不知道？也不是，我觉得甘比亚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哈。2年4个月之前，甘比亚没有错，可是曾经是邦交国，我们也应该继续的努力，继续维持这友好的关系。所以这两年多来，难道在？甘比亚假媒要跟大陆建交的过程当中，没有在找我们谈一些条件吗？没有在玩一下两面手法吗？没有，没有。他们不是习惯就是要这边拿那边拿的吗？我想假媒没有找你在谈条件吗？假媒这个行事作风，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总统哈。那事实上他在过去所做的决定啊，我们事实上有跟他做接触，那我们也了解他已经做了最终决定之后。事实上我们也是了解后续的一些发展，那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报告里面也提到，这甘比亚有些留学生在台湾，我们也是基于善意，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完成他们阶段性的学业，能够对甘比亚的经济有帮助。至于说甘比亚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些接触跟来往，我们是有了解，但是我们并没有掌握到说他们会谈到这个复交的时间点。事实上过去来说，这两年多来，事实上是中国大陆并不希望跟甘比亚复交。部长，我们现在还有22个邦交国。对对，我们对有邦交国的国家，我们都要一直保持这个友好的关系。我们都非常要去掌握。对，现在甘比亚这件事情，这22个国家会不会松动，都跑到大陆那边去啊？我想不会，不用。我在现阶段，不会，我实际上对所有的邦交国，我们都非常注意。我还是要强调，甘比亚。是2年4个月之前是我们的邦交国，事实上在过去这2年4个月，它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本席要非常明确的请外交部部长，还有我们国安局，还有陆委会，你们给我做一个保证，声明这22个邦交国通通都没有松动吗？
我想你现在讲是不会松动啊。我目前的评估是我们你说不会，我们在22个邦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稳固。你说稳固的不会跑到大陆那边去？目前不会。那国安局呢？报告委员，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的，你都没有情资，没有掌握。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的情资，我们当然有掌握，在有吗？那有几个？有几个国家？三月十七号会松动的。委员，有没有几个国家会松动？委员，听我报告好不好？三月十七号当晚的时候，我们就去在我们海外各站组了解到我们二十二个邦交国有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异状，基本上我们没有发现具体的。那现在我们正在回推说中共那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策略跟作为，我们现在也没有掌握到具体，完全都没有掌握，表示说二十二个国家都没有松动，我们都有在掌握，没有具体的一些预警的征候。你掌握的有几个国家有松动的？我现在讲说没有具体的预警征候，没有征候就是没有嘛。来，陆委会。好，外交是全面，是 全体国民 一致要努力的，还有政府 各部门要一起努力的。我们会配合整个外交部的政策和国安局掌握的情资一起来。那你陆委会就没有办法掌握大陆那边有没有跟我们这二十二个邦交国有密切的联络的？如果我们有情资，我们有吗？横向的分享。现在都有录影录音哦，你们都说没有哦，是不是？如果部长，外交部长。林部长也没有吗？不，我跟委员报告，我想在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评估是二十二个邦交国的关系是稳固的。但我当然中国大陆方面哈，如果有任何的迹象，我们当然会继续的来追踪，继续的来了解。部长，你的学长前外交部长欧鸿炼部长，他说台湾邦交国都想跟大陆建交，有没有？都是外交部长哎，所以他也是有掌握的嘛。不，我想是这样子，就是说中国大陆他现在是一个强国哈，事实上在经济方的力量很大。那我想我们这次到瓜地马拉去访问的时候，因为委员也在场，其实瓜地马拉的总统讲得非常清楚，他会跟我们中华民国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呢会跟中国大陆会推动这个经贸方面的来往。我想就是说有些邦交国事实上跟中国大陆之间事实上有经贸方面的来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对于邦交国本身来说，事实上是没有影响。部长，你千万就要记住了，对这个外交对我们国家的地位巩固是最重要的，我们完全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们要努力。我们这三方面，不管是外交部，我们是国安局，我是陆委会，我们要有横向的沟通，是的，随时要去掌握，是。尤其是现在我们民间呐、啊，大家都在疯传呐、啊，就说我们现在啊，新的政府上路来执政之后啊，就算我们少了几个邦交国啊，也没什么关系啦。我们甚至说我们外交无用论呐、啊。是部长，你对这个无用论，我不能接受，你有认同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每一个邦交国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继续的维持跟我们二十二个邦交国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只是二十二个邦交国，我们应该还要找其他的国家多多跟他们去联络，我们有没有机会结交结亲，对不对？其他国家的接触跟来往，是有吗？现在有哪几个国家有的？我们实时的关系都持续的在成长，有吗？还有吗？除了这二十二个以外的，没有邦交国。目前有吗？的部分，我们去接触的，我们接触的，我们在180，我们在全世界有185个，通通去接触，是有密集有可能去我们结交的呢？不是，我们都会加强实质的关系，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包括东南亚的国家。我想这些是我们重点要接触的国家，不管是邦交国、非邦交国，还有国际组织的参与。我想这些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整体，事实上我们都会来做。其实我们外交哈，我们可以运用很多的方式啊，运用我们台湾在这个地理环境的地理，跟一些在这个周边的国家对我们台湾的巩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像东协、越南，他就能够掌握这样子的这种地理环境、地缘呐、啊，跟这个国家之间的争议，能够取得大陆免费的军舰送给他，还有美国也送钱给他，这样子的情形哦。我是希望我们外交部也都能运用一下，像美国跟日本跟我们都很支持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取得
我们更好的外交的优势、啊、我想我们跟东协国家的来往其实非常的密切，东协是我们像越南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做啊。对，不是，最主要是我们是经贸方面的伙伴，而且在其他方面的实质合作也都非常的密切。那事实上东协十个国家里面就有九个给我们最大的签证的便利，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跟东协国家来往的一些基础，所以我想我们跟实质的来往我们会继续的来加强。其实部长，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两岸关系要稳定的发展，是，所以在蔡主席他说只要在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之下来维持两岸的关系，那这个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是一样吗？对不对？这个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都是一样的啊。对，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发展，能够为大家来创造一些和平的红利。是，我想这个两岸关系的部分主要还是由陆委会在推动。那陆委会，目前副主委，是，你认为蔡主席的两岸关系跟我们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不是就一样了？照这样子的说法，目前我们两岸关系是不是在是不是一样？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现在是两岸交流，跟蔡主席的说法是不是一样？那这个部分，我问你是不是一样？实质的内容还是要经过双方沟通。那事实上，在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之下，两岸关系稳定的发展啊，九二共识也是这样子啊，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是，就在中华民国，是不是？是，就在中华民国，就是一样嘛，哈。好，那部长。我希望我们外交部要多一点有能力、有担当、有魄力的，来争取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我们会继续的来努力。所以，我们邦交国这个关系，我们要非常努力去注意。是，尤其是我们的国安局掌握了情资，一定要快速的来让我们外交部了解，赶快做一些沟通跟协调。如果说我们部长得到了国安局给你的及时的情资的时候，那这样子，你可以先跟我们冈比亚，跟我们的贾梅总统来做个沟通，请他慢一点，慢个两个礼拜再来跟大陆来建交也是可以啊，是不是？可以去谈嘛，可以打个电话告诉他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横向沟通不良啊，国安局这边，我们横向沟通，你的情资啊，我们会要及时回报，好不好？我们在国安会的架构里面，我们都会来进行的。你们内部的那个因应啊，真的是要再加强一下。你的评估这样子就没有及时给外交部的情资啊，外交部早一点沟通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对不对？中会改善。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希望我们外交还是要加强的做，尤其是跟其他国家赶快的再结交几个国家出来，这样我们努力的方向。我想我们外交工作会持续的来努力。哎，好，是，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吕玉玲吕委员，谢谢。那我先宣布一下，我们待会在马文君委员咨询完不结束之后会处理临时提案哈。那接下来我们请马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林部长。请林部长。马委员好。部长好，大家的所有的同仁都跟你说辛苦哈，因为我看刚刚我还没邀请到你，你已经弯腰准备要起来了，所以随时待命。不过其实部长跟所有外交同仁维系邦交的努力，我想大家都看得到。那在这几年，包括对很多国际组织我们的推动，还有很多的协议的内容的进行等等，其实我想这些大家也都给予肯定。不过本席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就今天很多大家提出来共同讨论的，就是说如果最近舆论也出现一种声音，就是我们零邦交也不用怕，我们邦交国无用论等等，还有参与国际组织比这些小邦交国重要，也有部分的立委同仁其实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就您的看法，认为这22个邦交国抵不上一个美国，抵不上日本或欧盟，就这些邦交国无用论的这样的看法，不知道部长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见解？我跟委员报告，我想邦交国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22个邦交国每一个都很重要，
不管是邦交国大或小，我想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主权地位，我觉得是有它的非常的重要性哈。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对外交部来说，巩固邦交事实上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但除了邦交国之外，当然我们跟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还有国际组织的参与，这个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够偏废。假设没有邦交国，因为大家说我们的邦交国，其实都太小了，然后人口也少，然后也落后，然后其实它给我们的在很多国际组织上面的力量也不够，包括你在联合国或者其他等等，这样子的看法，如果在没有邦交国的情况之下，就部长的看法，我们进入国际组织或者我们其他的国际地位，或者我们在进行整个国际事务推动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对我们国内大家的舆论或者大家的认知跟看法，对整个我们台湾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未来的国际地位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哈。所以我想就部长您的立场，是不是让我们的国人也清楚的知道这些邦交国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因为损失一个甘比亚，大家觉得好像也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如果其他22个邦交国，不要说全部没有了，如果陆续也跟我们断交，也跟中共建交的情况之下，对我们台湾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不，我刚才也特别强调，每一个邦交国都很重要。那我们跟邦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大小，我们跟邦交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个互惠、互利，也是相互尊重的一个关系。因为很多邦交国事实上在国际组织里面或者在国际社会里面也对于我们有很大的支持。好，我觉得这些部分我们要给予他们的相当的尊重，而且我们要特别的重视他们。举个例来讲，事实上我们在联合国的联大的总辩论里面，每年很多的邦交国也都有发言支持我们。我想对于我们在国际地位上面当然是有实质的提升。我们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也包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另外包括像 ICAO 国际民航组织，另外 UNFCCC， 我们事实上跟邦交国之间的互动也都非常的多。那事实上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在很多国际的场合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对邦交国应该要给予这个适当的重视。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邦交国都很重要，部长，所以如果我们的邦交国持续的减少，甚至如果我们你不要先说不可能，你刚刚已经宣示过非常多次说非常稳定，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不过我们希望在国际局势，因为以台湾的国际情势啊，以现在我们面临跟中国大陆，我们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局势的变化，大家不知道。可是如果发生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对我们的推进或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要因应的。就像刚刚有很多委员关切的，甘比亚要跟中国建交之前，我们有没有事先掌握情资，是一样的道理。你掌握到什么，你等到我们掌握到的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了。可是我们至少要怎么样做这些努力，或者让我们的局势不至于变化到我们的邦交国丧失到像大家担心的变成个位数，那未来我们还要再恢复就很困难了。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很现实，包括美国。因为像中国大陆在推动亚投行的时候，美国跟英国一直是非常友好的，就很多的国际利益或者很多的他们的政策，或者甚至对恐怖组织等等，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方向。可是就亚投行的部分，英国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他还是参加了中国大陆一直努力推动的这个亚投行。美国虽然不赞成，他还是参加了。今天不是中国，美国没有参加，美国、日本都没有参加。美国没有参加，我说英国参加了啦。美国不希望英国参加，可是英国考量自身的利益，他还是参加了。现在我们反过来提到，今天有很多我们的邦交国，如果以他国家的利益，或者他的经济发展，或者很多其他的考量的时候，是不是会放弃与我们这样的诚信互动，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希望就这些，我们外交部其实都应该事先来因应，
因为如果它对我们是有影响的，不能让舆论一面倒的认为说，其实邦交国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邦交国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委员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新政府蔡英文主席其实对于巩固邦交也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确，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想这个就是外交工作的一个延续性跟一贯性嘛。所有的邦交国的工作我们都会加强，我们也都会定期随时来做一些研判。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跟邦交国之间的这种实质的合作能够更进一步的加强。我想这个工作我们一定会持续来做。所以不管是谁执政，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才希望这个局势应该，尤其在部长的高度，您是国际组织的专家，就这样的看法，您更应该提出更具体的一个你自己本身对国际局势的一个建议跟看法。因为也许未来其实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不过你在这一方面你会有相当的经验跟国际的视野，应该让我们国内的舆论不至于偏向说，哎，我们所有邦交国失去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提出来的啦。我们希望台湾未来面临的是国际的局势，不管是如何，包括面对中国大陆两岸的关系如何的发展，我们都希望台湾的我们的外交还是可以稳定在持续的推动，因为这是大家一致的共识。是的。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就我们今天的报告里面我们也提到，其实像我们有打算邀请外国媒体到赴太平岛勘察的规划评估，对不对？我们预计什么时候？我想会在这个近期内，我们因为还在，因为第一个人数的部分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也会包括国内的媒体。第二个就是因为有天候的因素，我们也会要做最后的确认。我想应该在很快的时间，我们确定之后，三月底就是了。三月底之，我们原则上是在三月底之前，我们希望确定之后，我们会尽快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我们要赴太平洋的勘察的规划评估，我们主要是希望，那我们很希望是宣示主权啊。因为在其实国际法庭里面其实已经有达到这样的认同，我们也希望我们持续获得国际更多的认同跟支持。是的。那我们邀请外媒，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规划评估，我们还有邀请专家学者吗？因为在这一次的，因为学者专家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几位会随团。那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其实我们在太平岛的主权地位是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国家对我们的挑战，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太平岛作为一个岛屿的地位能够获得国际社会获得大家的肯定，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些媒体的朋友能够到太平岛实地去了解当地的水淡水，当地的土壤当地的这些植被，还有当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设施，我想是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作为岛屿的相关的规定，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相关的规定，不过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越南，他对我们的主权其实还可能周边还是有国家是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我们跟越南，我们跟菲律宾也都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对，所以可是我们这样大动作的去强调，那外媒也过去以后，我们不晓得，因为国安局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嘛，其实他们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部分，包括其他生索国他们有什么样的作为，他们也在关注。所以像我们的专家学者大概会邀请哪一类的专家， 哪几位专家学者，有没有特别的一个对象？不，因为这个 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因为 C13 洞它其实载客量是非常有限的，我想我们是会做一个适度的安排。那我想在几天之内，我想我们应该会对外做一个说明。因为其实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关切，因为这对我们的主权来说，大家可以获得初步的可能在国际上获得这样的认同，大家也希望可以更落实。不过是不是在美国或者中共方面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部长有没有掌握或国安局？我想没有，因为事实上我们上一次到太平岛去参访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一位美国的学者，也邀请了一位菲律宾的学者，也是政论家，也是来参加相关的活动。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实地去了解太平岛的情况那个将来在做论述的时候能够有一些事实的根据。我觉得这样的话事实上对于
这个未来这个国际社会哈、啊、对太平岛的地位应该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评断这样。所以就您的看法，美方其实是没有任何意见，我们包括我们邀请很多国际重要的传媒，他们也予以认同。事实上美国对于我们提出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还有南海和平倡议本身，事实上美国都表示这个赞赏，表示 appreciate 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想美国来说，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维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事实上这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目标了。我想事实上大家基本上的一个立场应该是蛮接近的。中共对我其实在南海其实他们也是动作频频啊，所以其实他的局势会紧张，大概也是因为他们这最近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军事被认为是军事作为的部分。那他对于我们这样的邀请国际的重要传媒登太平岛，他有没有掌握到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国安局有没有？我不晓得这个。简单就好，时间的关系。报告委员，事实上我们的邀请外媒的登岛这件事情并没有正式的公布，那我们更没办法去预测中国大陆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有什么反应。我们不是预测，你要掌握了哈，因为其实那个牵涉到我们的领土的一个稳定性啊，所以中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掌握他的任何的讯息，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谢谢。谢委员。好，谢马委员。不然请休息一下哈。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临时提案要处理，然后请那个秘书单位稍微宣布一下。针对中国与马英九总统进行九案专案出访邦交国及新政府交接之际，竟与甘比亚复交一事，中国此举严重伤害过去两岸致力建构和平成果及台湾人民感情。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向中国表达强烈的不满及抗议。为维系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欲请国人团结面对，以致维护我国的国际空间，确保我国的民主与自由。提案人：刘世芳、蔡诗印、江启臣、林长佐、罗志镇、王定宇、陈廷飞、吕孙林、吕玉玲、徐志荣、马文君。以上宣读。好，针对上述的提案内容，有没有委员要补充的？没有，请问一下行政部门，那尤其部长或是陆委会这边有没有意见？没有问题。陆委会。好，那对于这个临时提案，如果没有特别意见或要补充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提案。对于中国这个跟甘比亚建交这个案子，我们表示严重的不满跟抗议。好，那我们通过。那接下来徐志荣委员，徐志荣委员，两次、三次、三次。好，徐志荣委员，好，不在现场哈。那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好，不在。那我接下来请陈明委员。好，主席，我们请部长。部长请。陈委员好。好，部长，我想我们台湾的国际外交的这个艰难，我想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情了哈。我想我们。这个所有台湾人民可以说不分男女都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了。我想这个中甘的复交虽然有主责，但是基本上这个外交工作应该是不分男女的。我想这一点应该你同意的。我只是觉得很完全同意。我就觉得很纳闷，我不知道马英九在气什么，在骂什么，怎么会说这个民进党是在幸灾乐祸？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到底马英九的心态是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能不能简单讲一下？我的了解，什么时候民进党有幸灾乐祸过啊？有吗？蔡英文有讲幸灾乐祸的话吗？或者我们立法委员在这里质询，你哪一点听出哪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有幸灾乐祸啊？我想蔡英文主席所发表的三点意见基本上我们都赞成。我想马总统最主要的是对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动作表示强烈的不满，而且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机他也非常的不当。我想这个是马总统主要对中国大陆做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骂在野党是这个幸灾乐祸了。我想基本上这个我们面对外来的一个挑战
或者是威胁哈，我们应该不分男女，是，我们应该大家共同哈，是团结来面对哈。我想我们应该这个展现我们团结的气势哈。我想这一点应该这个完全同意，我个人不认为我们哈在民进党哈哪一个委员或者这个蔡英文哈有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了。我想这一点我必须也在这里。再讲一下哈，我想你也应该也很清楚，身为外交部长哈，我想你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哈，我想从中干的这个互交一直到现在哈，你也都在看，也都在了解。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啦，中干的一个这个台干断交已经有两年四个月，两年四个月了嘛。其实台湾跟甘比亚的一个断交，都那亲像。翁仔某啊，男女双方嘛已经离婚两冬外，哦啊，人最后人伊变上结婚，其实和咱嘛无啥物关系，也没有影响到我们22个邦交国，我们也没有减少啦，没有错吧？不，我们当然是不希望。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喻？不，我了解，但我们是不希望说这个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动作哈，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政治的效应呢。当然，我们是认为中国在操作上，我们会持续的观察中干的一个。这个建交选在520之前，是选在马英九出航的这一段期间，是这是政治操作嘛？对，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嘛。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友善的一个做法，这完全是不友善嘛！哦，这我想我们这个我们台湾啊，这个本身就很清楚。事实上，中国是在下马威嘛？哦，是有针对这个针对性嘛？哈、哦，我想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只是在说了。我们只是在希望说，不希望像类似，哈、哦、啊，这个断交这些问题，哈、哦，或者是中干这些问题，好、哦，会变成是一个传染病啊，继续扩张啊那样啦，没有错吧？是我们。那我在这里，我也在曾经问你说，我们这22个邦交国是不是都很稳固嘛？哈、哦，我想这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有没有分等级？有没有稳固？有没有不稳固？有没有一般性的？你说没有？都22个都很稳固，现阶段我们都很稳固嘛，所以上一次问你，你也是这样答，现在问你，你还是这样答嘛，没错，所以也就是代表说，你的22个哈、哦，这个邦交国在现阶段哈、哦，在我们的一个外交工作上，算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嘛，哈、哦，但是我要问你就欧什么欧从念是吧？上届前的外交部长欧部长他说什么？他说。现在、哦、有很多跟我们有外交关系的邦交国都很想跟中国建交，有没有这回事？不，我是觉得他这种讲法，你同意吗？没有，我想不够精准、啊、我想基本上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它毕竟是一个强权、哦、而且它有它的经济力量。像我们这次到瓜地马拉去访问的时候，瓜地马拉的这个吉米·莫拉雷斯总统他就讲得很非常清楚，瓜地马拉会跟中华民国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呢会跟中国大陆进行经济方面的来往，经贸方面的来往。我想经贸方面的部分，我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我们是不反对人家去跟中国，他会有一些友好关系啦，经贸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嘛，哈，甚至于他要跟中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也都不反对，这是我们的基本外交政策，没有错吧？那我现在问你的就是说，欧宗宪他的讲法，这讲法。好像是说还我们有好多个国家、哦、好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想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应该是说他们跟大陆要、建立一些经贸方面的来往、啊、到底有几个国家？我问你说，你说22个国家都非常稳固，那现在他的讲法跟你的讲法又有冲突了，你的前后任的这个外交部长公话讲法又不一样了，那到底是谁的讲法是比较精准？是你只有报喜不报忧，不是这样，还是欧前部长他在讲实话，他在提醒未来的新政府要注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不去现在把它讲清楚呢？我跟欧部长其实这个各方面的沟通都很多。我想欧部长最主要强调的就是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了，因为在过去这几年啊，这个两岸之间啊，针对邦交国的部分，事实上是达成一个。哦，互不挖邦交国这样的一个谅解了。好，哦是，那其实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哎，你不会主报喜不报忧了哈、啊？不会，不会啊，不会。确认这22个邦交国，我想我们现在跟22个邦交国的关系都非常的稳固，但是呢，
中国大陆跟他们之间，我想事实上是有一些经贸的来往。那我请问你哦，中甘料建交的时候，在今年的一月十一号，在北京举行一个国际秩序变革调整跟中国这个角色的研讨会，你知道这个会议上有一位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一个叫金灿荣，他就讲哦，他说在2015年的三月，他在哥伦比亚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他跟巴拿马的总统长谈了40分钟，巴拿马总统也跟他讲过哦，说他在看，在紧盯着台湾的一个选举，说好像这个民进党啊赢的话，蔡英文上台的话，他就要立即要跟大陆做建交。我想这个不是新闻，这个不是秘密啦，好、哦，这个都已经在新闻上，在媒体上都已经曝光。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啊，你是第一个时间知道，还是看报纸才知道？没有，我们本、啊、其实巴拿马跟中国大陆之间，巴拿马的总统还跟这个金先生讲说，你回去跟北京带话，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现在你说我们22个邦交国都很稳固，那巴拿马就不稳固了。巴拿马的总统是亲自跟中国的哈。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驻巴拿马的刘德利大使，其实跟巴拿马的总统之间的互动非常的多。那事实上，今年蔡英文主席当选总统之后，巴拿马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表示道贺，而且现在我们正在安排巴拿马的特使团能够到台湾来参加、啊。你认为这段话的真实性怎么样？不，我想这个需要来做进一步的评估跟了解了。啊、我想是并没有中国这一个金副院长他个人的一个谈话，没有。其实巴拿马总统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我没有了解说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总统亲自告诉他说：“哎，你回去把我的话带到北京去。”哎，他还正式向媒体转述这个谈话内容哦。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可信度是很高的、哦。我觉得那个是。我只要问你，是你看报纸才知道，还是在第一时间你就有掌握？我跟委员们已经报告，我们在巴拿马，我们有大使馆，我们的刘大使其实跟巴拿马的高层都有非常经常性的互动。如果你现在这种答复，可见你没有掌握到他们的这个互动。我们完全了解，你也可能不了解巴拿马现在真正的心态。其实巴拿马，如果你现在这样讲话的话，我很怕，生怕就巴拿马或许在520的时候。当天就宣布哦，这个委员跟台湾断交会不会这样子？巴拿马会有特使团来出席蔡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一点我可以跟委员做一个保证。好，因为这一段这个谈话内容，这个不是我自己去捏造出来的，我想你也很清楚哈、哦，这确实是这样讲过嘛，没有错吧？哎。我只是提醒你说，不要只报喜不报忧。确实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我想你也很清楚。我们驻巴拿马的刘德利大使跟高层的接触可以说非常的频密。我们对于巴拿马高层的立场，我们非常的了解。好，最后我想要请教你啊，我们这一次这个去出访回来到现在，你有没有把它简单的算一下，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我还是说明哈，我们大致上这个应该是在这个我们年度预算里面的一半左右，一半哈，大概6000多万，对，大概是这样。好，那我再请问你啊，到底你们去出航这一段期间承诺了多少，开了多少支票回来？其实委员，我跟很坦诚，没有，真的没有，完全没有，没有。那他们这个在报纸上所提到的这个所谓挂地。马拉的总统提到的这个中美洲这个九号公路的第三阶段，所谓第三阶段的拓宽工计划，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承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了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所以第一阶段已经在完成了，现在就是要做第三阶段嘛。第三阶段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在进行，对嘛？啊，所以今天他在讲的是这个。肝脏这个移植中心跟这个第三阶段没有关系吗？这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这个都是原来在进行的案子。那我们跟瓜地马拉这么多年来，其实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啊、原来进行我知道嘛，没错，就是
肝脏移植中心原来就进行了嘛，没有新的，没有新的。那为什么会再提出来嘛？为什么不在520之前这个把他们把它正式启用呢？为什么人家这个两国的元首在双边交流会会再提到这个问题呢？这个都还在进行当中了。啊、为什么不520以前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处理掉呢？你不是原本已经做好了吗？刚才艺术中心不是已经都做好了吗？没有，我们事实上还在做。我们过去有帮瓜地马拉做一些医生培训的工作，这个是由陈兆龙院长，这个高雄长庚医院的在推动的。我想这个是一步一步在做了。其实这些计划都是已经既定的，而且在执行中的计划。那陈委员，我想时间到哈，不是，我只是认为哈，就是说你们已经，譬如讲这个第这个。这个中美洲的九号公路的第三阶段这个计划，事实上，你们也已经在做第一个计划、第二个计划了。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已经第二阶段也完成。第三阶段是已经在进行，是在这一次你们把它承诺回来的嘛？没有错吧？哦、没有，不是这个本来已经在进行、在推动的计划，但对马总统来说，也是跟对方、哦、在交换意见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些既定的计划，我们会继续来。第三阶段要花多少钱呢、啊？这个我们它里面有一些是贷款、啊，有一些是正款。这个、多少钱嘛、这个？你简单讲一下多少钱？这个金额的部分，我现在没有手头的，我可以提供给委员参考。那一天讲的没有记录吗？没有啊！马总统没有提到。肝脏移植中心，你们还要再花多少钱？基础建设不是都完成了吗？也没有提到，我可以跟委员保证，马总统绝对没有提到任何原证的金额。啊，到底谈什么？没有，就是有针对双方面的合作交换意见嘛。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完成嘛，他希望我们继续援助他第三阶段嘛。不是，第三阶段是要多少钱？第三阶段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这个第三阶段已经进行了超过一两年以上，没有嘛，事实上都已经这个是计划嘛，你这个路还是继续在延伸嘛，甚至要到加勒比海、啊、不是吗？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跟瓜地马拉之间过去十年来大概最重要的一个计划。我只是告诉你说。出访是出访嘛，你也在这里承诺说不会有任何的，不会有任何新的计划，新的计划回来嘛？那听起来好像是有新的计划回来、啊、我只是告诉你说，你到底这些计划要再花多少，你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而已嘛。我想，或者是未来你要跟这些政府要再讲清楚嘛，相关的这些整个的计划，我想都有它的延续性哈，我们都会认为外交说明。外交工作有分难易嘛，你只要把它讲清楚就好嘛。但是我不希望就是说你们去出去就是请客是马英九，买单是蔡英文嘛。我们只是希望你把事情把它讲清楚。不会啦，不是这样的。谢谢了，谢谢了。所有的原证不要不让你等，拍谁？好，谢谢。好，谢谢委员。那个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没有，我们请徐友明委员。有请部长哈。部长请。徐委员好。部长辛苦哈，刚这个从国外回来哈。那部长是这样的哈，刚才刚好是陈明文委员质询哈，就让我想起就是，其实甘比亚那时候跟台湾断交的时候，你在立法院的委员会，国防外交委员会。备询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承诺？若甘比亚跟中国建交，你愿意负责？不，那个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甘比亚这个跟我们这个片面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强调就是，中国大陆并没有介入到那个事情。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表示不会跟甘比亚这个建交复交。那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了解是这样的。OK， 部长，这是立法院公报102卷77期委员会的记录哈。委员陈明文问说：“请问部长，甘比亚会不会跟中国建交？”林部长永乐说：“我认为不会。”好，陈委员明文说：“如果甘比亚跟中国建交的话，你要不要负责？”你们在书面报告中一再宣称这件事情和中国无关，没有中国的因素。现在本席就要问你，如果甘比亚跟中国建交的话，你要不要下台？林部长永乐答：我可以负责。好，这是立法院公报。好，那
星期五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根据这东西来咨询这个院长，可是很有趣啊、哦，个某平面媒体的记者立刻说徐永明咨询又出包，他说部长答应的是，如果甘比亚断交一个月内有其他国家跟台湾断交的话，你才要下台。好，这个说我咨询又出包。好，啊，这个资讯怎么来的？据我了解，是外交部的长官提供的。我意思说，我跟委员报告，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人在国外了，我知道你人在国外。哈，我意思说，外交部很努力在维护部长，说委员质询出包了，部长没有答应说跟中国建交要下台，是这些委员太不用功了。部长，这是立法院公报吧？陈明文委员刚才还质询你，两年前十一月他质询你的时候，你说你愿意负责。我今天不是要你下台，我今天要问的是，如果外交部哦，在整他的国会议员哦，这么努力，如果他拼外交有这么努力的话，我相信，我不是说甘比亚这事不会发生，我相信台湾的外交真的不用处在这个处境下。我跟部长报告，你有没有说一个月内如果其他国家断交你愿意下台？有，那是许天才委员质询的时候你答应。陈明委员质询的时候你承诺，如果甘比亚跟中国建交，你说没有中国因素，如果他跟中国建交的话，你愿意下台负责，你也有讲。我相信外交部的长官们应该很清楚这个质询的内容，立法院公报外交部也应该有，何必用这个方法来斗争自己的国会议员呢？那个，我跟委员报告，如果您可以给我进一步的讯息，我会愿意来做一个进出的处理。我觉得说刚才那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是不太恰当，但是我也要了解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部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讲被出包的是讲徐永明委员、啊哦、讲了一副部长当时没这个承诺，我再给你张冠李戴。刚好真的是历史安排啊！陈明文委员质询完后，就我上台质询。啊，两年前陈明文委员质询的时候，就问你，如果跟中国建交的时候，你要不要负责？你也答应。我就说，没有人现在有心情要你下台，因为520就快到了，你下来时间也快到了。可是大家要问的是，如果外交部在处理外交，把它改成对内斗争的话。尤其针对国会议员在做这样的斗争处理的话，我真的觉得部长，我把他讲完。好，总统回来的时候应该好好交代，现在的处境是什么？为什么他出国访问的时候会遇到这些状况？应该要求全民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政府。我很愿意支持你啊！我知道从事外交非常的辛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处理这个事情，如果外交部跟总统心态都是想要从事内部斗争，质疑，只说这个是伤口上撒盐，只说这是委员出包张冠李戴、哦、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必要，这个对台湾的外交没有帮助。部长，我要问的是，如果你在两年前就承诺说甘比亚如果跟中国建交你愿意下台，部长，我们从谈判策略来看，你的官位是取决于谁？你的官位就不是取决于马总统而已啊，你的官位取决于北京决定什么时候跟甘比亚建交。各位想想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处境？我们的外交部长的去留，因为他的承诺，他在立法院的承诺，如果甘比亚跟中国建交，他愿意下台。各位，我要跟委员强调哈，部长，我把这个逻辑讲完、那個欸。所以你的官位取决于北京决定什么时候跟甘比亚建交。我想不是这样子，我想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时候你在从事很多外交努力的时候，会不会让我、让国人、
让立法院担心说，那你会不想冲撞，你会不想去争取，因为如果激怒北京的话，你知道甘比亚建交对北京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他就可以决定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什么时候下台，逻辑不是这样子吗？我跟委员报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逻辑应该是不正确的哈。我觉得两岸外交修兵是双方一个默契哈。那事实上，甘比亚这个例子事实上已经超脱那个范围。部长，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嘛。当他想跟你修兵的时候，他说我们修兵。啊，甘比亚嘞，他跟你讲这是例外。他跟你热线，他说可以，你打电话来我会接。可是他如果不想接你电话，他说他怎样？他外出，他不在。当马总统不断的讲，哇，我们是一个中国，甚至在瓜地马拉讲说中国台湾就是我们的国民啊，姿态已经低到这个地步，他就是可以让甘比亚跟他建交。部长，我们的感觉是这样。没有，我觉得你们的所谓主动性完全没有。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讲法其实是也是不够精准哈。事实上，中美洲议会我们可以去看中美洲议会相关的网站上面，它实际上它有列中华民国的国民。部长，那我们清楚一点讲，你当时是不是有承诺陈明文？如果甘比亚跟中国建交，你愿意下台？不，在那个时空环境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了解是跟中国大陆并没有关联，而且大陆方面也有做了一些相关的承诺。部长，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承诺那为什么现在失效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官员不论是处理两岸关系或处理国际，不要一直回来跟我们讲说有对方有承诺，对方有善意，可是你到出国的时候，你们当然你们没有做过判断说，当你们出访用中华民国总统名义出访的时候，对岸不会有一些反应吗？还是对岸的善意一直在那里？我在星期五院会质询的时候就问过我们的夏立言，这也是资深的外交官，问过我们的外交部次长，说记不记得八年前，2008年一月的时候发生什么事？部长，你记不记得八年前？2008年的时候，一月发生什么事？我不太记得，请委员说明。陈水扁总统也是去访问瓜地马拉，访问途中，我们的非洲友邦马拉威跟我们断交。我还记得那时候黄智芳是怎么回应的，你不觉得这个类型非常清楚吗？难道你们之前都不觉得甘比亚会有问题吗？3月14号，普瑞泽见我们院长的时候，张善政院长的时候，还提到你对甘比亚这个国家的看法是如何？张善政院长说没有，普瑞泽没有提醒。我们从事外交工作，我们在跟美国学者互动的时候，二十几个国家，他会特别提甘比亚。他难道没有做评估吗？我想我们要了解说，甘比亚跟我们在2年4个月之前已经终止了外交关系。甘比亚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我知道。我们在甘比亚，我们也没有大使馆，他们在这里也没有大使馆。我知道。我想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主席，我就最后一句话：如果甘比亚跟我们不相干了，我们今天就不会请你来做这个报告了。我们认为是中国大陆、这个、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没有，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动作是不友善的。部长，你不用担心了、我不会要求你下台了哈。这个时候，我不会担心。可是你该负起的责任，外交部对这事情应有态度。我们马总统怎么去跟国人交代什么叫活路外交？这个事情还是要做的啦。我想活路外交的成果，事实上大家都可以看得见。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好，现在请邱志伟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林部长、公测会王执行长、公众会的不是公测会。来，部长。部长，这个邱院好。中国跟甘比亚建交、让国人、让立法院对于外交部的公信力啊，或者对您在这个国会的承诺跟说法，产生不少的质疑、让我产生这个。对你个人也好，对外交部的这个信任的危机啊。甘比亚跟中国建交，这个两年前你也在这个地方，2年4个月，对吗？哈，对。
那对于这种中国的这种不友善的挑衅、我视为一种挑衅嘛，或者作为一种不友善的动作也好，应该外交部应该要严正的立场，不应当是由公众会发一个简短的声明，简短声明算一算不到大概100多字，其中只提到对于甘比亚决定跟中国大陆建交，我方表示遗憾。最重的只有这一句，不，我要跟委员报告，没有任何的说法。我要跟委员，事实上对中国大陆的抗议、或者强烈不满，事实上陆委会的声明，事实上都有非常不应当只有陆委会而已嘛。对，不，我想外交部也，您当因为这个是涉外事件，我想陆委会跟过去的邦交国、跟外交部之间承诺，不止外交部，不止陆委会，只要是政府部门都有权，都应当在第一时间做一个严正。强烈的声明嘛，我原本期待说林部长，你应该第一线在火线上立即召开国际记者会，谴责中国这种做法。我想，事实上马总统在国外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于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认为时机上面非常的不当，是外而且表示强烈的不满。外长不能那么沉默，我们的部分，那事实上我在这个事实上我在贝里斯的也有对媒体做一个说明。那事实上，期待事实上，我们你的回击、你的回应要强而有力，让国人都可以感受到。我想外交部的我们的说明跟，外交部的立场，我们的说明跟陆委会的说明，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就是说针对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不友善的做法。那你声明，这个是政府重要的声明，对于这种重要的中国对我们的过去邦交国的承诺，我想我们政府里面有。这种我们政府里面有适当的分工，我想陆委会有陆委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做法，当然陆委会那外交部有外交部的做法，对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邦交国，这个是跟过去邦交国的关系，这个涉外事件嘛，牵涉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问题嘛，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业务啦。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部长你应该要强一点，针对这个事件表示对中国的抗议或者不满嘛。连个抗议不敢都没有，对中国大陆的抗议，对甘比亚跟中国建交表，我方表示遗憾。对中国大陆的抗议跟不满，事实上陆委会在声明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想这个是我们政府的工作的一个整体性，产生这个信任危机哈。我觉得还是先跳过部长，我请欧洲司高司长、拉美司曹司长、亚太司常司长，我直接问主管业务室的司长比较快。所以对外交的预警啊，对我跟邦交国现在22国的关系啊，国人都非常的关心，会不会受到中国下一步的打压或者恶意的这个挑衅，透过他的外交手段。这个国安局也在答询这个本席的时候提到说，中国可能用外交手段来这个对台湾施压。哦，我先问这个亚太司好了哈，常司长。在您辖区，我们有几个邦交国？六个邦交国。好，第一个吉里巴斯，如果用绿灯、黄灯、红灯了哈，所谓绿灯就是几年之内没有外交上的任何关系，绝对是很稳定的。如果是黄灯的话，就是说一年内可能没有问题，但一年以上可能不知道。如果是红灯的话，可能会有立即性的外交危机。好，用红灯、绿灯、黄灯来做一个判断。吉里巴斯，目前六个邦交国都是绿灯。六个邦交都绿灯，是啊、哦，就是几年之内完全没问题了哈。全部前都是绿灯，那如果有个黄灯或者有个红灯怎么办？我现在目前答案就是都是绿灯。好，来，非洲狮，非洲狮有上来哈，非洲狮是，我是陈俊贤，司长哈，是。这个有非洲狮有几个邦交国？三个邦交国，那一个斯瓦季兰，一个对，我知道，我都知道。那三个邦交国目前状况？斯瓦季兰是绿灯，哈、哦，布基纳法索，这个的布基纳法索现在也蛮稳，哈、哦，蛮稳的。什么现在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状态，相对稳定。绿灯你不敢讲？我敢讲，绿灯哈、哦，好，那圣多美。圣多美普林西比，我也坦白在这边讲，绿灯，他的我不敢这样讲，你不敢这样讲，对，哦，那可能就黄灯哦，不是，他的总统是不敢这样讲，不是，对，非绿即黄即红嘛，那我就说的圣多美普林西比大概是怪怪的，大概是关系怪怪的，有点别扭，要注意当中，要注意当中哈、哦，所以我本席可以这样解读你的话，黄灯，可以，好 ，OK， 好，有一个黄灯了、哦，来这个。
欧洲是高司长。叫停呢？是，报告委员，绿灯。要叫绿灯，好，谢谢高司长。来，拉美斯。委员好。拉美斯目前有几个邦交国？12个邦交国。哎，目前状况？目前状况都呈稳定的发展。不，我绿灯、黄灯、红灯，你回答个灯嘛。根据我们每个月我们做评估。对，因为你最了解这个十二邦交国每天外管他回来的电报，你就第一线知道嘛。所以他每天的这个申请报告你们很清楚嘛。包委员，12个邦交国都呈绿灯，全部都绿灯。是，所以我直接问这个主管业务室的司长哈，这个好像听起来22个国家21个是绿灯啊。我们要密切注意，可能是圣多美跟普林西比哈这部分呢、啊，我觉得这个部长你应该也很清楚了哈。那你对这个三位司长、四位司长的答复，你觉得？不，我想我们邦交国现阶段都是呈现稳定的一个情况。我想刚才陈司长提到这个圣多美的情形，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宾多总统的因素了。那事实上，圣多美今年就要办理总统的，密切注意啦，就要办理总统的选举。哈、哦，事实上，而且圣多美的总理跟我们的关系其实相当的密切。那我们会注意了，就是目前看不到并没有危机，目前并没有危机了，御敌重演。好，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国际媒体、主流媒体是哪些主流媒体想要去太平岛？这个、哪些主流媒体？我们现在正在规划，我是不是请我们彭市长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市长请教，目前是哪些媒体有主动要求？报委员，那个媒体的名称很抱歉，先暂时先都是国际主流媒体是吧？是的，是欧洲。还有美国以及日本的媒体。那你们这次如果按照你们规划，大概有多少媒体可以去这个随机到这个到太平岛去？其实啊，如果没有机位的限制的话，我们是多多益善。但是这一趟飞机过去的话，只能容纳722个机位。它的容纳有限呢。是的，是的。这个是要跨部会国安局主导，国防部来协助，因为军机要过去。但如果这一趟如果成行，是部长您亲自带队吗？不，这次我不会去，我们是由令狐次长会带队、是由外交部次长带队。当然我们军机一定要升空去护航嘛，对不对？因为我国的军机到我们这个其他邻国的辖区之前啊，我们空军都要这个出动战机嘛。我们会按照国防部的这个标准作业的规定。因为本溪也曾经在国安委员会当召委的时候，也到太平岛去，这个行政流程呢非常的繁复，而且是要跟当地我们经过领空的国家要有相当的这个会商嘛，召会嘛，经过对方的这个飞航情报局。那我接下来请教国安局王副局长、陆委会司副主委。副局长，这个这一趟当然如果能够成功啊，可以让这个国际社会了解啊太平岛的主权，当然是啊我国固有的疆域跟领土了哈。那这一趟的这个如果成行的话，对于所谓马总统所说的这个南海和平倡议啊哈，或者对于南海目前的紧张的情势，是会有舒缓的效果，还是会某种程度会升高？我想就伸手国来说，他当然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在，因为他认为那个、这样对南海的实际上的和平啊，或者紧张的这个情势有没有可能帮助？我想政府所提的就是提的和平两个字，资源共享，主权在我。我想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我的意思是说，马总统1月28号才去嘛，那现在又规划由外交部主政带国际媒体去，好。我们看它结果，如果真的成型，当然从我方的角度来看，对国际宣传是有很大的帮助。从国际面来看，会不会对南海的这个紧张或者南海的和平有所帮助？我想上次马总统去哦，各国际媒体，我想绝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反应，国际上也没有，我想在南海那边也没有升高的情势。那这是我们的主权，我们当然要彰显。所以对国际上对南海的这些伸索国对南海问题，应该某种程度透过这张成型会有促进和平的效果。伸索国一定不会嘛，他一定有他的自己的想法在嘛。但是除了伸索国之外，是我们的对国际和平对南海的这个局势会有一些
这个淡化的效果，我觉得总统已经提出来我们南海和平倡议的策略路线图已经很清楚，我们的目的就是在和平。好，那我问一下，最后再问一下王副主委，这不是司副主委，是委员好，主委，那对两岸关系会不会造成影响？我们一向强调这个南海诸岛和周边的主权，不论是在历史、地理或国际法上，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所以我们不会跟大陆进行有关主权方面的合作。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的立场都是这样。所以，如果这样顺利成行，对两岸关系也不会影响。我们希望南海的这个议题是和平的，朝这个方向在进行。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下一位，赖瑞龙委员，哎，找到。好，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好，没有，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李燕秀委员，李燕秀委员，李燕秀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吴坤玉委员。吴坤玉委员，吴坤玉委员，刚念到完了。好，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 ，Klaus， 要念全文吗？Klaus Yotaga，Kl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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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taga， 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还有吗？没有了哈。好，本次议程已经登记咨询委员除不在场以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本次会议由委员徐志荣、许淑华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回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亦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好，会议结束，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的委员要调阅小组的部分，谢谢。